找到这个，刚好。这个没有吧？没。你说这个，这个，就讲一下，就是50元的。IG 的人果然是比较快进的。嗯。我去看一下 FB， 换 FB 要乖乖。嗨，把他进来。Hello， 嗨。牌子先借你们拿。我现在没有要拿牌子。我先放什么？那我拿吗？还是你放那边？放那边。有啦，跳通知出来了啦。我看一下。晚安，好多人呐、啊。大家好呀，大家晚安。你声音 OK 吗？对，我们讲话还清楚吗？背景音乐，老板在放爵士音乐，大家会不会被吵到？先等大家进来一下。嗯，今天也是有活动的哟。Yeah， 晚安。对，你真的很白，要怎么样才能像你这样额头亮亮亮亮？打亮粉啊？不是打，不是怎样硬糖。我打亮粉。我说可以。你说清楚、yeah. 太棒了，太好了，因为那个许愿清单就是肉等超长的，我会尽量穿不了的，我明天还有第二场直播，然后我在旁边也会帮忙穿一下。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想看的没有穿到，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帮你搭。对、嗯、Hi Riley， Hello Hello， 还有朋友 Hello， 大家讲一下那个两件免运把握咯。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就是一个伤心，哎、欸，不是伤心啊，就是一件消息，就是我们这次应该会是预计最后一次两，就是在新品折扣之后有两件免运的活动。天哪！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我们一直都是三件免运、嗯，然后就是后来有一阵子，就是我们改了两件免运有一阵子了，然后总之呢，就是各方压力。但是我们这次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下商品的价格，其实我们昨天上架以后，我跟老板又重新调整了价格，全部都在往下调，就是我已经调到不能再调了、哦哦、就是我这已经调到无法再往下调了、嗯、再调我就是真的要坐在路边了。对，所以可能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两件免运的活动了，从下一次新品折扣周开始就会回到三件免运，请把握。对，所以你这次就是再怎么样你就凑个两件你就免运咯、嗯、真的。那 Connie 都不会讲话、啊，重点没有讲到。嗯，主要是我们要把那个优惠的那个空间直接就是直接在商品售价上面直接给大家感受到。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讲呢？因为你刚刚没有直接。并不是我们要去减少大家的优惠。不是，因为我直接商品就是调到更优惠了。对，就算你今天真的买一件也好，它也是已经是最优惠的。因为其实老客人。随便都三件以上，其实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差别，主要是新客人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想试水温、哦、所以就可以用两件免运、嗯、所以大家的话如果是旧客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啦。 对，但我们会在售价上商品售价上让大家可以直接感受到优惠差别，然后之后还会有一些新的计划会再跟大家讲好不好。那今天的这场直播一样会有线上直播兼抽奖，那这一次会抽50元购物金。嗯，关键字造句叫做加一不要停，开放留言是在 FB 吗？对吧？活动在 FB， 所以 IG 的朋友要记得先到脸书参加一下活动。嗯、对，先来留言之后再跳回 IG 看。对啊，然后大家发挥想象哦，我们今天那个会让张真选一个最特别的造关键字造句出来，直接送购物金，就不用抽了、嗯、你就直接送、哦、好、哦、好不好。那其他人大家就我喜欢有创意的。对，这件裙子黑色来了还美，但是我告诉你黑色很可以买，因为我就是先看到黑色佳宇，我就是先看到裙子黑色我才下单的。重点就是看到黑色会疯。对，所以你就是我觉得黑色你不用担心，因为你看白色看起来都瘦的话，黑色看起来就会更瘦。对，真的不用担心。而且黑底白点点其实是很经典的，就是最经典。你就先看白色，白色比较容易显胖嘛，就是看起来就是瘦，它本人就很瘦。对啊，而且我觉得它长度很美诶。对，它长度很漂亮。长度超漂亮。我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开始。还没开始。哎、欸，真你的酒窝很美。谢谢。哎、欸，我告诉你，我最近有酒窝，因为我这边长了一个大豆子，赶快把它挖，赶快使劲挖。我长了一个大豆子在我这边，然后贴那个痘痘贴，有没有？所以笑起来就有酒窝。
之前我的同学都会说想要去挖酒窝，那太狠了啦，那就算了。H 你说这次新品很好看，哟。好，等一下嘉宇，我们再介绍布料。嗯 ，IG 的朋友记得要先到脸书参加活动哦。对，有那个关键字留言，直接抽购物金。对，帮我们按赞、分享，然后留关键字。分享的话随意啦，好不好？我们就不强求了。嗯，那帮我们按个赞，然后一定要留言造句，好不好？发挥大家的想象力。错，新品加衣服要停，这样就可以了。哦，对，对，这样起来加衣服要停，这样是最简单的。加衣服的声音。对，如果想要让我选到的话，就要走唱衣路线哦。好，那我们先介绍身形好了，先张真。嗯，张真是162公分，身高，然后体重是54公斤，嗯，然后肩宽40公分，然后腰围是26.5寸，刚刚聊量的，然后臀围是38寸，嗯，对，然后 Kony 我就是我本人，我好像。我觉得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胖，但其实好像量起来腰围臀围没变，但我体重有变重，好像变扎实、结实的关系，吃太多。不会啦，来，那同学，脸书的同学，造句是要包含其他的字，照样造句，对，不可以直接写造句本人。对，比如说你可以写新品加衣不要停，或是我要加衣不要停，这样也可以哦。对，不能直接写加衣不要停，这样是抽不到的哟。快点，重新留言。对，刚重留，重留言。好，然后再回到我的身高体重，我身高是160公分，嗯，然后体重是54.5公斤，嗯，然后肩宽是37，然后腰围是27寸，嗯，然后臀围是37寸。嗯，其实比较，我们两个都算是 M 号身形，嗯，对。然后如果你是 S 号身形的话，也可以参考明天有小白抢直播，yeah ，对。然后 S 号身形的女生也可以在留言点菜，或者是今天没穿到，我们的明天也会再安排健康。嗯，好。然后新品折扣周最重要的就是到11月1号，11月1号下周二晚上12点整为止。对，所以记得一定要赶快下单了。嗯。好的，好，那我们就先介绍张真身上的衣服吧，就是有许愿款的。哦，许愿款很多哎，我好像找一下名字，雪球 Q 毛针织外套，这件我觉得很舒服，我个人非常蛮喜欢这件，而且蛮想推这件给大家，是因为我觉得它厚度很适合台湾的天气，因为自己个人觉得真的很冷的冬天其实蛮少的，而且这几年其实。感觉到很有感觉的冬天，其实大部分都到隔年的2月、3月，嗯，所以到现在到明年的2、3月，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其实不会穿到太厚的外套，嗯。那我觉得这件它可以当上衣，也可以当外套，非常的舒服。对，它是像这样子，像熊熊感觉的 QQ 毛，有点像雪球，就是又立体的那种毛球感，所以它本身就是有那种毛球感的，所以你也不要太担心。太担心它，对，它有毛球那种感觉。然后它是趴起毛球，对。然后它有三个色，张真身上的白色，然后跟这个卡其性，然后跟紫色。我觉得紫色很漂亮。对，我很喜欢它的粉紫色。嗯，这个紫我觉得很衬肤色，看起来会更白。它是淡淡雾雾的那种粉紫色，它本人很漂亮，超美的。其实这三个颜色都很漂亮，嗯，但是粉紫色是最特别的，对，因为最少见，对，嗯。然后它的特别的点还有就是。它的扣子，它扣子非常美。等一下 IG 再看，它扣子是叫立体的，下面是这叫什么大理石纹吗？嗯，大理石纹，然后上面是这样金色雕花的扣子，很可爱。对，那它整体的厚度其实没有到很厚，我觉得就是很适中。嗯，就是这样子，不是厚毛衣的厚度，然后摸起来是有点 QQ 的感觉。这件上衣和另一件颜色比较饱和，两穿直纹之间的差别。差别当然版型就不一样哦。嗯，它那件是 V 领的，这件。Hello， 这件是 V 领的，这件是圆领的，它们基本上本质上感觉 就差蛮多的。对，这件它是比较温柔，嗯，比较温柔，然后比较甜美的感觉。小姐姐。对，然后这件我觉得是比较率性，然后利落的那种，嗯，那种成熟姐姐。对。小姐姐，温柔小姐姐，对，没错没错。但是这件也很轻肤，等一下会再请张真示范。嗯，然后这件它没有含 QQ 毛，这件它是没有含动物毛的，所以你是敏感肌，对，直接单穿也没有问题，嗯，就是非常舒服。
那整体的话是偏中短版，所以搭裤装也 OK。对，大概在肚脐上一点。个人非常推，我觉得它超美的，紫色好漂亮，紫色很美。然后我是黄夫人，来试看一下，会显白哦，白一下子变很白，还可以吧？很白啊，真好看。卡其性就比较一般经常看到的。那我觉得这个白色是像小千金那种感觉，就比较气质，比较优雅。嗯，胸围38寸，推哪一件？哪一件？看你想要合身吗？这件的话，如果胸围38的话，侧边你要单穿微爆，但是也不到整个爆，就是会就是不会爆，不会到这样平平的。应该是说你做的时候，可能旁边会有一点点小缝隙。我觉得小外套也是另外一款也会。我觉得这种外套都是这样子，就是它的比较上围比较丰满的话，里面就是要搭 bra top。因为如果两件要比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件会稍微没那么爆一点，因为它的扣子做比较密。嗯，对。然后这件的扣子稍微宽度比较宽一点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怕爆的话，是那件比较不会爆。它哪件我真的觉得就是看你喜欢的风格，对，真的是蛮差别蛮大的。但是亲肤度跟舒适度跟那种质感，我觉得是可以保证是 OK， 这两款都是可以的。它主要是看你穿搭风格。嗯，好 ，Connie 的上衣想听介绍，等一下就换他了。我先走运动风，然后他负责别的风格。对，然后接下来是很多人点菜的裙子。裙子是什么？我看一下，植绒珍珠压褶鱼尾长裙，然后它有米杏色跟黑色两个色，然后张真现在身上是米杏，那它的特点就是它裙长蛮长的，对，蛮长的，我拉超过肚脐，对，我穿也是这样，4个手指，所以如果你是高个女生的话，这件完全不用担心，那如果你是矮个子的女生的话，那可能要不你要穿高腰一点，不然就是裙长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下。这算不算那个有点要贿赂的嫌疑？哎呦，好会哦，好会哦，真的，大家留言都很有创意。然后他点，因为我现在只有要到一件样品，因为这件真的太热卖，所以布料点上看张真方不方便，拉不上来的话，等他脱下来我再拿给大家看。你说拿什么？这种？这样对哦，可以啊，这种可以拿。它是像这样绒布，立体绒布的那种质感。然后上面是有这样子小点点，那它布料是本身是有带压褶的，所以它是有立体的白小百褶，它会这样子，对，它是立体小百褶，所以布料是有弹性，这弹性还 OK， 嗯，这是什么？腰31可以穿吗？腰31可以，可以，因为它是松紧的，它松紧很大，对，它松紧蛮大，但是当然你说显不显小腹这件事情，就是它一定会多少，如果你有小腹的话，就是会有小腹，对，因为它这一块就是会，它是合身的，对，这一块已经合身，你可以搭比较长版一点点的稍微，是，像这件上衣搭起来就还 OK， 对，就刚好盖住，然后臀宽的话，我觉得也是 OK 的，我觉得到 L 号是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件是真的就很大。对，很大件，也不是很大件，弹性很好这样子，所以它到后面这个它就是顺着臀围下来，对，所以就是看你的腰臀比是，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就是因为像腰张真它是腰臀比差别比较大的，通常松紧带很容易这边会泡泡，对，就它是都很顺，它是整件顺身，从小腹到侧边到后面，它虽然是整件腰臀松紧带都很顺身，嗯，没错，这个我等一下如果有搭到我的穿，对，然后最漂亮的就是它的，因为它这件穿起来，不管你是瘦的或是有肉的，其实你的腰臀都会是合身的，然后它会到这边下摆会有一点散开，对，然后它裙摆的那个波浪波折非常美，这个孕妈咪可以穿吗？可以吧，这弹性，但我觉得要拉蛮高腰的，对，要拿，就是不然你会勒住，对，所以孕妈咪应该是 OK， 可是我觉得可以，因为它很长，所以你这样子起来，你也不会觉得奇怪。我觉得可能足月的话会有一点危险，但6-7个月差不多 OK。对，好，有那种小美推荐，就是这一套我超喜欢的，虽然我平常不太会这样穿，我上面可能会是搭大学T配这个裙子，可以，但是如果你是温柔的女生，这一套很漂亮。这裙子适合夏天穿吗？我觉得不行。也不是不行，它本身厚度没那么厚，但对，它没有到那么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冷气房工作的人可以，因为它是绒布感的布，还是会有热的感觉哦，所以它是会有，是像夏天那样透透的，我觉得是因为它有绒布感，所以本身布料就是有一种季节的感觉，所以先撇开热或不热，其实你视觉上就会让人家感觉是比较偏保暖秋冬季的商品，面光，对，所以我是不太推荐夏天啦，好，
好，下一套喽，应该没有了哈。OK， 好，下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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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哎，我没有转圈呢。好好好，你先转圈给大家。好，噔噔。哎，这是桶来了。哦。顺便开箱给大家看了。哎、欸，我超级精心买的垃圾桶。Connie 选了三个月，逛了三个月，终于把我们家的垃圾桶买回来了。不是不是，三个月。他昨天，他早上跟我婆婆说，就是他的妈妈说，真的三个月，我买了两个月，然后前天说我挑了一个月，我现在变三个月。让大家看看什么三个月才能买到的垃圾桶长什么样子，好不好？什么鬼？他是不是女生都有那个选择性的障碍？不是，我觉得是老板就是一个很头脑很粗枝大叶的人，他很常买东西都没有看，然后就下单，然后最后都用没办法用。哎呦，还不错哦。那因为我要买那个符合宽度、长度，然后跟开打开起来的那个高度啊。这个是左右开的，所以它下面的柜子可以蛮。就是蛮贴的，我觉得还不错啊。Connie 选了三个月，好不好？我家你先说两个月，前面说一个月。家里没有垃圾桶，三个月，好不好？我们才搬进去一个月而已。好，来，不错哎。老客户打语音，好不好？这个垃圾桶不是，我要介绍上衣的。阿青购物台哦，卖卵，好不好？我要介绍上衣，它是那个，看一下哦，麻花，不是，很烦哎、欸，被你搞一个我都找不到我的东西了。针织麻花拼接大学 T， 我身上是灰色，那它的设计是这样子，它这边是选的很棒，先开箱垃圾桶。这边是一般的棉质大学 T 的那种棉质，然后厚度我觉得就是一般你会常看到的那个厚度，然后里面是毛巾布料，没有刷毛，但它是从袖子、肩膀到侧边到后面，它是拼接了针织的麻花，那这个针织它也是没有混羊毛的，就是没有动物毛粉，所以是舒服的。那它穿起来是落肩 oversize 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显瘦的效果。它跟一般大学 T 不太一样，因为大学 T 很宽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上半身比较大一点，但它刚好这里会有那种消瘦的感觉，把你整个人稍微修饰的小件一点。然后它有三个色，我身上是灰色，灰色是配米白色的麻花。这件算重吗？我觉得还好，不会到很重，就是一般大学 T 的那种重量感。这几号，老板帮我看重量。然后还有，这是花白色，然后配灰色的针织，然后黑色配绿色的针织。然后另外一个我蛮喜欢它的点，就是它下摆它是做没有缩口的。一般大学 T 的话，它下面会有这个缩口，那这一件它比较特别，是它没有做。它没有做缩口，所以它是很宽松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搭裙子也没问题，它不会这样整个竖起来，它是整个就是宽宽的，裤装或裙装都可以穿，它整个就像一个大大的皮鞋。鞋子是新款吗？鞋子是640。这件640克，我就穿在身上没有很重的。然后袖子是有做这样的缩口，然后鞋子Minchu鞋子不是新款，但是可以重新上架。这件我就是热爱到一个爆炸，是吗？我穿很久了，这双鞋子是我自己，这双很软，对，我穿这双非常久，我再上架给大家。你这件好像有点微酷，微酷吗？没关系，就这样。好，这件上衣我觉得很舒服耶，是是很舒服，就是蛮难得这种材质的，大家看能不能穿？太好，又通过钢针的感觉。它的这个花纹的这种，通常都会刺刺的，对。但是这件有弹性，就是有些这种衫也是没有弹性的，然后它这次是有微弹性，然后加上我觉得是舒服的，然后它的领子也不会太勒，就是它这也是有空间的，不会垂下来。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它是巴洛克半领蕾丝衫，那它有三个色，张真身上是黑色，然后白色跟蓝色，
那这个布花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做这样比较华丽感的，比较华丽感的蕾丝，然后它的内层也是做这样子，就是双面都是平织的，所以非常非常舒服，不会有像张真讲有一些会有刺刺的。对，因为有些通常这种边它就是里面它会是立起来的，然后那个那种织纹我就会刺刺，就是一个超级敏感的人。对，然后它的领口它这边也是做这样子花边，花边的就是这种立体花边感的手边，然后下摆也是，下摆也是，然后袖口也是，然后它是整件，它是没有拉链，没有扣子的。然后它优秀的地方是它连标签都不会刺，哦，是这样子，是，它好要摸，对，我穿这种都会觉得啊，好痒哦。但是这件是完全不会，这完全不会，是不是？对。然后它是直接这样穿脱套的，所以连领口就是弹性都是 OK。没错没错。然后我自己觉得它领口这个地方还蛮漂亮，很漂亮，虽然它是包领，可是它是做的这种花边感，所以就你不会。不会觉得很勒，然后不会觉得一条线，不会觉得被切掉。对对，他说蓝色有偏紫吗？我觉得没有，有偏紫吗？我觉得有一点点哎，微紫色吗？我觉得混一蓝紫色，但是没有那么紫，就是很还是偏蓝的。IG 上面饱和度会比较深，所以会有点偏紫一点。是脸书问的问题。啊，脸书的话还好。但是会有色差啦，跟现场有。大家可以看官网看。会吗？我觉得手机看起来没什么色差、我觉得它有在稍微蓝一点啊，它这个看起来有稍微比较。实体比较浅。对。实体比较浅。实体。这个看起来真的有紫一点点，但我觉得上面这个。但我觉得有蓝加一点点紫，大概三 D 吧。三 D。三 D 的三 D。三 D。然后它另外就是袖子这个地方，它是有做立体的抓皱。一米抓皱，所以它是有一点飘飘袖的感觉，然后加上它袖口是有缩口的，是有缩口，所以会有一点羊腿袖、花苞羊腿袖的那种感觉，就是连我肩宽40穿起来都还 OK， 不会太，因为我如果有些这种衣服太窄的话，我这里会整个这样凸出来。对，那这件它是因为刚好这里做立体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是蛮修身的，修饰，有瘦哦，对，不错。然后这个三色都会有透出感，因为毕竟它这个蕾丝是多功，对，所以你要尽量搭肤色或是同色系的内衣，对，其实就看不太出来。我现在是穿灰色，所以看起来也还可以。然后身上的裤子也是有点菜的，在哪里呢？在这里。走吧，三个双折后松紧西装宽裤，然后有三个色。三个颜色，现在穿的是 M 号，对，它有分 S 跟 M 号，还有 L。它这件超级优秀，我很喜欢这个厂商，就是再次给它鼓励鼓励。它有出到 L 号、S、M 有三个尺寸，然后它是做后松紧设计，后松紧设计这样子，所以就算你是分 S、M、L， 你也可以找到，就是腰臀这都是比较偏合身的款式。因为有些人可能就稍微臀和腰有点松，对，如果我穿 S 号可能腰会比较刚好，可是我的臀就会太大，就是这一块就会太蓬。但我穿 M 号的话就是可以，其实可以比较方便我塞衣服。对，然后是做这样子双折的设计，这边有两个压折，然后厚度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没到很厚，不厚，没有到，不会说不用寒流来可能不能穿，夏天可能会稍微偏厚一点，但是春天、秋天、冬天都可以。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冷气房，你是冷气房，在冷气房工作的人都适合。厚度大概是这样，都没有到很厚，但是是滑顺的那种西装雪纺，很舒服，然后比较有挺度，看起来是有挺度的。然后张真现在穿的是 M 号，对，看起来很顺，对，尤其是臀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顺，很顺。而且因为它后腰松紧，所以一样这一块是顺的，不会破。背后，然后三个色：咖啡色、米杏色跟黑色。咖啡色、米杏色、咖啡色、咖啡色、米杏色跟基本黑色。然后这件米杏其实也不太会透，你穿浅色内裤，我觉得是完全不会透。OK 的，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厚度，但是没有说厚到很夸张。对，这件也是，我觉得价格还蛮 CP 值还蛮高的，因为通常。韩国的西装裤可能都会到1213左右的价格，这件1000元以内都找。哇，超级！这件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真的经典款，跟之前穿的其实
手感，我说布料手感其实都差不多的，就是它摸起来还是那种感觉是一个很有质感的裤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件 CP 值很高，还蛮值得推荐。如果你是上班族入手的话，我觉得还 OK，因为衬衫类都很好，对，都好搭。好的，然后换喽，下一套。哎，大家，我们一样，我们会在等等直播中场就会陆续开始抽奖，好不好？我们这一次会抽50元购物金，然后名额呢不一定，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在线上，就跟以前一样，喊到名字要在哎，这是啥？30秒内要喊在，三十秒内喊在，好不好？就这样子，很简单。哦，那我们可以抽多少，我们就尽量抽。那大家一定要留言，要造句。如果说抽到你，但是你只是写加一不要停，那不行哦。没有前文跟后，作文老师不给分哦。好不好？就这样子，好不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好，那刚刚那个垃圾桶有没有人要加一？选得很棒耶，我要买爆加一不要停，很好。明明我有看到你，可以多留没关系啦，我们你可以多留，但我们系统会筛选，好不好？如果你有留，其实你已经符合资格了，就这样。那 IG 的朋友可以到 FB 来参加我们的抽奖，那只要抽中的朋友一样限到11月1号晚上12点前使用完毕。OK， 那这次的新品我们已经尽量把那个售价都是把它压到非常的，大家非常甜，好不好？如果说你有喜欢的商品，可以趁折扣中买进去。那我们下个月开始会有其他的计划来跟大家见面，我们会常常跟大家见面，要不然一年不就是一年一个月，每个月都只有跟大家见面个1-2天，有点那个太少，很孤单寂寞觉得冷，好不好？就这样子咯，那赶快留言起来，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抽奖。好，好，那接下来自由许愿的由我来示范好了。是什么？素色落肩宽松大雪 T， 应该是佳云点的。然后我现在身上穿的是宝蓝色，宝蓝色是这样。然后它是跟刚刚那件大雪 T 比起来，它就是偏比较中短版，它是盖到屁股的。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可爱、比较女生感一点的大雪T，然后它肩膀是有做落肩的，那这个就不太会挑肩型，这个不太会挑肩型，选色障碍，宝蓝跟灰对不对？推宝蓝，宝蓝这个比较特别啊。宝蓝好看。对，灰色就很一般。很一般吗？比较常见啊，比较常见一点。它有4个色，灰色，然后宝蓝色，然后跟薄荷蓝。好看呢、欸。然后跟米白色，我个人是最喜欢薄荷蓝。我也喜欢薄荷蓝。然后但是宝蓝，这个宝蓝它也蛮漂亮，它不是一般的深蓝色，然后也不是那种淡淡的蓝，它是我觉得是比较饱和的深蓝宝蓝色。我到底在讲什么？那个裤子你有回人家吗？裤子什么裤子？上面有人问你那裤子。裤子没有卖，裤子我还在问厂商。其实裤子是我们去年的商品，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常穿它，所以我就拿来搭了。我个人觉得你买这些大雪T都需要有一件5分短裤。如果搭刚刚的裙子适合吗？也可以啊，我去帮你把裙子捞出来哦。来哟、哦、我自己乱弄的腰带，你可以不用绑的，直接绑的也可以。好，裙子借我过。可以的，搭得起来，搭黑色也好看，是不是很 Q？对，搭那个薄荷蓝也是可以的，搭这个白色也是可以的，就是很好搭，蛮好搭的。然后这个大雪T它里面也是没有刷毛，是这样，然后金布料，然后厚度我觉得也是适中，就还蛮实穿的。这次只有一款是有刷毛的大雪T，然后其他都没有刷毛。然后它长度偏短，然后下摆它也是做宽的，像我的屁股有30，其实都还有空间。然后我里面还搭了一件有厚度的 T 恤。然后里面的 T 恤给大家看一下，灰色比野当那个比野家有看一下，灰色是不是就好像蛮常见的？推这个蓝，对。然后里面的 T， 因为好像有私讯问说有没有单穿照片，可是我发现官网好像都是搭好的，对，搭好的。不
面的 T 是这个飞鼠秀的转 T， 看一下全名哦。宽松平板飞鼠秀转 T， 宽松平它是没有肩线的。对吧？它是没有肩线的短T，然后是有点连袖感，然后它整个T的本人材质是很挺的。你摸看，你摸看，可以耶，它是很厚，也不是厚哎，不是，它就是有挺度的，就是很有挺度的，不是像毛巾布那种软的，然后也不是软的棉，它就是有挺度的棉质，然后它有三个色，去哪里？在这里，灰色。深蓝色，深蓝还蛮好看的，跟我们身上的白色，但我觉得白色应该是最实搭的。对，嗯，然后它在袖口这个地方，它有做一节这个拼接，然后它就让整个袖子变得很有挺度，我觉得是有比较显瘦的手臂，嗯，显瘦我的手臂。如果穿大雪T搭什么外套，骑机车要穿外套，可是好为难。嗯，以我骑机车的经验来说，就是我通常到定点之后，我的外套就不会搭着了，所以我就是没有在管这件事情，我就是外面穿不会冷的为主。然后到定点之后，我外套就会放在车厢或者是放在柜子，所以就是跟搭配不会违和。机车图 IG 这里，好，不会违和。对，因为我们要骑机车，所以我比较。因为骑机车真的，因为它大学骑机车应该重点就是要防风吧？对，防风，所以就是变是有些外套搭大学T的时候，因为大学T通常都比较宽 oversize， 所以变是你穿外套都会泡泡，除非你是搭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制定款大衣，它那种比较宽松的，你就不会影响。可是大学T通常如果你是要，因为我们不可能穿制定款外套骑车，有一点心疼，怕会穿羊毛大衣骑车有点那个。对啊，而且挡不住风，这种是挡不住风。对, 对它算保暖，可是挡不住风，所以我通常还是都穿羽绒外套之类。嗯，对，那它就挡得住风，但我到了定点，我就穿脱掉这样子。我觉得美跟实用还是要有一点取舍，对, 对, 对，要有点分开。嗯，不然就是要买那种熊宝宝，它有防风吗？它我觉得熊宝宝好像还 OK， 不然你就要穿风衣，熊宝宝因为风之前有卖一款风衣，它的那个就比较宽。你就穿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太厚。我爱的风，你看我在唱歌。适合搭大学T外套。风衣跟皮衣等一下会介绍。嗯，好，好。然后接下来张真身上穿的也是许愿的开红口袋排扣衬衫洋装。嗯，这件你会有触感吗？没有。OK， 太好了。嗯，就是缝线处是没有触感的。对。然后它是做衬衫式排扣洋装，所以这个是可以整个打开。那腰带的话是可以拆掉的，嗯、所以你可以要用或不用都 OK。那也可以把排扣整个拆开来当罩衫外套。对，然后它的颜色我觉得是很显白的咖红色，嗯、就是像我这个黄夫人也可以哦，也可以，穿起来是会变白的，真的。然后这边有两个翻盖的口袋，其实这种衬衫洋我们就一直都。蛮长的，对，蛮长，就是它颜色比较特别，之前比较没有接近这么红的咖啡色，嗯，对，之前可能都是比较偏冷色系的咖啡色比较多。那我觉得它还蛮适合，接下来你要准备，就是秋冬你要搭毛衣或者是背心都还蛮搭得起来，就直接外罩，或者是你想要里面穿也 OK。嗯嗯，它有几万哦，收到几万，然后张真现在身上是那个隐藏扣的皮外套，嗯，那它总共有三个，两个。跟奶杏色，它是有点像奶茶色的杏，嗯，奶茶色的杏哦，然后另外一个是黑色，然后它这款皮是仿皮革的，不是真皮，嗯，但是它的皮的亮面是雾的，对，所以不会假假的，我觉得是有质感 的，嗯，然后是很软的那种皮质，对，就是有些皮假皮的外套它其实很硬，就穿久了就是很不顺身，就整个人好像这边一个角那边一个角，嗯，然后这件是很软的皮质，所以穿起来是很顺，你看它这肩线都是顺，对，它是没有做肩线的，所以没有什么肩宽限制，嗯，宽肩窄肩穿起来都是好看，嗯，黑色好，怎么好像很长的问题，对，有人回答就是会跟我一样的穿两件事雨衣的上衣防风到底也是可以的哦，对，但是其实穿如果是穿雨衣，有时候天气太好会有点热，很闷，对，好像是哦，对，不要腰带可以啊，等一下我们再拿下来，然后它的袖口是有做袖带设计的，那这个袖子它是可以再调整，就你可以对，你可以把它弄紧一点，对，诶，没有，这是，诶，对，这样子的话是紧一点，对，
这样的话是紧一点。我觉得蛮特别，它就是两面都可以扣。对，两面都可以扣，然后你也可以就翻过来。对，也可以。对，它就会是一般正常的袖宽。皮外套可以扣起来看看吗？好，好。然后，挺好。然后它这边是做正面，它是这颗是明扣，然后其他是隐藏扣。鱼尾长裙是穿过，是吗？是刚那天。对。鱼尾长裙我们刚穿过了，所以等下尽可能看看可不可以帮你搭 oversize 衬衫。穿睡衣要最后啊，对，睡衣睡衣要睡衣要最后，我们睡衣要去睡觉的时候才可以穿。oversize 外套可以由我来示范吗？对，它是写我的名字。好，扣起来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很可爱。对，但它就整排只有第一个会看到扣子。对。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漂亮的地方是这个领子，就它领子这边是有点小尖领、嗯、然后这领宽这边的幅度是比较宽，然后后面是窄的、嗯、所以是有点 女孩感，然后但又不会太女生，我觉得就是帅气跟甜美都可以搭、嗯、就是你今天搭洋装或是裤装或是帅气一点的风格其实都 OK。 而且我觉得它弄起来，因为有些外套就是这里过来都是平的，就是会切脖子，它还是扣起来之后还是有一点点是带线条的这种感觉，会有一点延长。嗯，我觉得还蛮好看。然后侧边是有这个隐藏口袋，对。然后里面呢，不说我都没看到。然后里面都有内里，黑色看不出来，反正它里面有内里。对，好。最后我觉得它质感漂亮，然后背后的线条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做假，因为它是无肩线，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做拼接设计。个人觉得 CP 值很高。嗯，觉得我还蛮喜欢穿风衣外套骑车的。欸、皮衣啊，皮外套，皮外套骑 车，对，就是很防风吧？对，很防风，然后又不会到羽绒这么热。但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冬天的话，你就围一个围巾。嗯嗯嗯，就是可能围因为它其他应该都蛮防风。对，而且这里还可以调节。对，好 ，OK 吧？然后腰带，腰带，腰带，没。它也是有做腰带耳朵的，对，它是有做两个小耳朵，而且它耳朵不会，就是那个线很细，就是不会想说你没用腰带的时候就会有耳朵很明显在那，我觉得不会，对，它是就是你可以直接单穿是 OK 的，然后如果不用的话就是比较直一些些，对，但是它不会到很宽松，对，就是穿起来是直，它不是散开的，它是直的，对，然后扣子的话大概是在我的膝盖，就是全扣的话在膝盖。也可以再搭个背心，嗯，我觉得这件很适合搭背心。我的背心啊，我的背心，对，对，再摆一个，好没？这是我爱的，嗯，好，不要穿绿的，绿的很好穿，很好看，看，我可爱的。你白色很适合穿绿色。对啊，就是很亮，你的背心。那也可以这样搭背心。对，它是我很爱的卷卷皮，然后你可以再把它领子翻出来，就你也不会风格差好多，对，你也不会觉得它太休闲到太夸张，就是因为它有领子的关系、嗯，所以你这样搭起来也很好看，然后你也看不出，如果你要去试吃到包子的话，就是看不出来你的肚子。这卷卷边卷卷边背心是不是也是蛮 OK？ 很可爱。你会刺肤吗？你摸摸没感觉？现在因为是不是我说那个手摸？哦，下一我就这样不准。这样不准，那也不会单穿它、啊。对，不会单穿。所以主要是你手摸到它的。现在这样不会刺。嗯，背心推哪一色？我觉得要看你怎么搭。但是我以实搭感来讲的话，应该是白的比较好搭。对，如果你要百搭的话是白，对。然后绿的话是就是变是你要搭浅，我觉得绿色可能就是浅色或者是黑色这种比较基本色，你会比较好搭。嗯嗯，它这件背心条，来讲一下它的。它侧边是有做开叉的，所以它尺寸是非常友善。对，就是你今天是穿再宽松一点的衬衫洋装，你也可以完全就是罩得住它，不会有一坨缩在这边。然后像我这种下面是宽松的皮，其实搭起来是可以，就都 OK。背心有动物毛吗？没有，它没有动物毛，这件没有动物毛。然后侧边是有做开叉，然后另外就是它在领口跟肩膀这边，它是做卷卷边的设计。嗯，而且它是，就是它有它的编织是这样下来，所以就是你远看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会有一个弧度这样子下来，不会是整件都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是粗织毛线，粗织的感觉。拆下腰带之后就烧到我，没错，我觉得它很好搭啦，算 CP 值蛮高的一件衣服，就是它可以多穿。嗯，好，好，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好，那我要转。这背心很可爱，很可爱，我好像会买白的。因为我觉得白的比较适合，但我觉得你穿这样很好看哎、欸，就是很可爱。你穿这样很好看哎、欸，因为你很少有绿色这样。对，
对，因为我曾经有一阵子很迷绿色，我超爱绿色的，我超爱绿色，他爱彩虹色吧？都爱，我都可以。白色对我来讲就会有点无聊，可是十搭款还是以白色。对啦，绿色，绿色的话可能跟黑白那种基本色才搭，对啊，就是好，可是它比较中性一些些。好，那我要转圈圈了。好，转圈圈。你看背心尺寸真的很友善，对，它就是很宽。对，嗯 ，OK， 好。下一套，好。杏色，阳光，你人在哪里？是这个，我看一下，我们外面要搭什么？你先直接穿，我再穿啊。哎、欸，你要帮我登一下那个啊，准备要抽奖。我已经登了哦。你已经登了。对，还没留言呢，赶快哟。来，然后来示范哦。你先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外套。我还没要抽啊，我是先跟他讲一下。好好好。哇，大家赶快留言哦，第一波要抽起来了哦。然后呢，要在线上，所以你要随时在线上等待我呼喊你的名字。每次都想呼喊。你们两个是怎样？这像是我的爱菜。你先介绍。对，这个 oversize 的衬衫式外套，超级好看的，就是完全有写我的名字，然后它非常 oversize，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都如果我最近要建议要折袖子，如果不折的话，就会很像穿男朋友外套的感觉。那也很好。这一件就是 Conny 的名字。对，它其实有点单价，但是我真的好喜欢它。它有两个色，土棕色跟黑色。然后我个人推土中，我觉得很有日系的感觉，对，日系风。然后它是水洗的单卡其丹宁棉，所以它很有挺度。那你看它就是会有自然的这个皱褶感，对。然后是有挺度的。然后它袖子的话，来帮我折袖子。嗨。嗯，他说对，绿色真的很好看，但只会搭白色，所以就还是买白的。几折？在网上，好。其实这种外套啊，你穿越久越有那个味道。其实日本蛮流行那种仿旧，什么味道？不是那种味道，哎，不是一种味道。它是水洗的那种丹宁棉，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那种仿旧感，色系上呈现会有一点仿旧感。然后它是非常宽松，然后它前短后长，然后后面是可以完全盖住屁股，像我的话就大概到大腿都盖住，然后有点像小斗篷的感觉，然后侧边是有做圆弧的开场，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帅。对，你都像 Conny 这样搭五分或是短裤的话，可以显你的腿会更细长一点，那等于说你从后面看它有点下半身失踪的感觉，那个比例会比较出得来，是不是很好看、欸、侧面的话、哦、线条跟比例会很好，这我超级超级喜欢，而且它颜色就是很饱和的颜色，很美，对，很美，它本人就很美，然后就是看起来很像一个落肩的外套，对，因为它的侧面就是落肩的外套，它的侧面挖的比较上面一点，对，它侧边是哦，它故意挖比较上面一点，所以你的比例会更好看一点。然后你也可以把扣子扣起来，就是直接把它当衬衫来穿。哎，扣子也是蛮特别。喜欢这色风格吗？没错。哦吼，请问外套和情爱吊带裙风格布料类似吗？类似的那种水洗的丹宁棉的那种质感，加云是类似的。外套是真的很好看，它扣起来是这样。现在是小飞鼠。小飞鼠，我觉得很适合你。是不是？是这样。很好看哎，就写我名字写满。然后我在这一，就是我拿这件的时候啊，我就远远看，太好看了，它是直线穿越人群的，把它们拨开。我觉得这颜色很难得看到这么，是不是？而且我是黄夫人哦，我是黄夫的，我是黄夫人。哎，你看这件好可爱。那我要搭吗？先直接穿。好。这件不要脱，我分享这个。完蛋，他不换衣服。好，接下来是有人许愿的法式背心蓬蓬裙洋装，这件好可爱，而且它的口袋我觉得做得很刚好。我觉得它是可以那种甜甜的帅气感的洋装，然后它依照你的搭配不同会有不同感觉。它有两个色，杏色跟黑色，
杏色跟黑色，然后张真身上是杏色，那它上下就是有点色差的配色。那黑色的话整件都会是黑色，那它上半身的部分它是针织棉，是有弹性的，有弹性的针织棉。然后下半身呢，腰部的下半身它是挺板的棉质，挺板的棉质。然后它的腰间的地方它其实是有做弹性的，对，它是有松紧弹性，所以包含上半身有弹性，下半身有弹性，所以穿起来是很舒服的。穆勒鞋还能回购吗？张真脚上要不行，那个厂商已经消失了。Sorry， 他不敌疫情，已经跟大家说再见。真的，我看看啦，我再问问看那欧巴，那欧巴还有在跟我联络，只是他的店面已经收起来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单独接这个鞋子的单。好，那它穿起来应该都是舒服的，舒服的。那它的裙子就非常有风度，因为它整个都是做，一直到后面都是做小抓皱，所以它裙摆穿起来有风度是正常的。对，我觉得这种很适合穿，就是拍那种便服婚纱，就搭个皮外套，然后 Converse。对，我的话好像会搭 Converse 或者是军靴。对，我觉得搭。然后很优秀，它是两边有口袋，对，它有两边有口袋。然后它上半身，当你可以直接这样穿，如果是去拍照或者玩的话，你可以这样穿。那你天气冷的话，你可以再搭个。还有谁好呢？不是有个短外套吗？短的毛外套，是毛的肚子。是这个吗？不出毛吗？这搭起来。是这件吗？这个吗？我想不起来了。官网好像是搭什么？官网好像是搭大学衣。哦。我们看搭什么好看，好像我觉得大学 T 也可以啊，或者是像这种条纹毛衣，你想搭哪色 T 或外套都可以，搭这个好了，好吧，这个也可以。我的外套好可爱哦，真的好大，你看这口袋有多大，这口袋有够可爱，它像方方宽宽的，喜欢这次的风格，不然我再挑到路边快哭出来。它可以搭毛衣，短版的毛衣搭起来会这样，那也很可爱。对，甚或是更长更宽松的大毛衣其实也 OK。然后如果你直接穿外套也是 OK， 西装外套直接搭也 OK。好，这样就是比较可爱些。毛衣顺便介绍一下，你会有感觉吗？微微，但还好。微微还好，应该是我觉得很软。对，是软的，是软的，不是不舒服的那种。好，然后它这件是。电池的清单就是我们网那个网站 model 的清单，它这件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穿高腰裤的话就还蛮推的，因为它长度蛮适中的，不会到太短，然后就是还蛮刚好的，如果你是这样子拉起来搭高腰裤的话其实这个长度 OK。 然后它是驼色配紫色的配色，然后另外一个颜色是黑白配色，然后是有做这样子麻花编织的，黑白好像也很好看。黑白就是经典，那我给你搭西装外套，感觉好像很可爱。大家点菜的时候记得要留那个颜色，好不好？那我们就随意喽。对，如果没留颜色，我们就随意穿。想看雪球毛 Q 毛针织外套。我因为我每款都有两三个颜色。其实配那个这个外套是蛮好看的。这样蛮好搭的，就我因为它属于比较偏向是基础又有造型的单品，对，可以帮你折袖子，这是英伦格纹西装外套，是不是搭这样又变成另外一个风格了？真的，对，刚刚这样搭是比较可爱，这样就比较正式，这样，然后这个是比较正式，看起来有点帅气，好像会走在大狗街头。真的，本剧，这很可爱，我觉得这裙子怎么搭都很好看。我自己还蛮喜欢黑的，因为我觉得黑色穿起来很，就是我觉得搭军靴这种帅气的可爱的。我还蛮喜欢白色的，我穿黑色可能你就搭亮外套，我搭亮色系外套。冷气帮我调低一点，那好热。嗨。可能是我戴口罩的关系，对，刚拿掉。好，那我要下一件了。我要转喽。你雪 Q 那个你要之后搭吗？先要搭这套。好，雪 Q 也可以先来穿。好。
看洋装搭靴子。靴子，嗯，阿雪 Q 好可爱，而且超软，对，很好摸，很温暖吧？嗯，舒服。我觉得雪 Q 很像那个，我好希望它可以做毯，对，它很适合，它很像那个保暖小被被毯。嗯、超级舒服的那种保暖小被毯，很适合睡觉。我先去睡了，这个很可爱、欸。在冷气房里面，然后穿着这个抱着睡觉，对啊，这很适合哎、欸。我觉得就搭飞机你要过夜那种也很适合。它的长度的话，大概会盖到小腹。嗯，屁股的话，上围而已，上面而已，是比较偏中短版的。嗯，对。然后它是没有扣子的开襟外套。然后整体穿起来是有点圆圆那种可爱感，然后重点是材质很舒服、嗯，然后还有两个色，黑色跟张三身上的淡蓝色。啊、哦，这是淡黄色。哦哦，对耶，刚强光太强，看不出来是淡黄色。我觉得它这件颜色在不同光线下会有点不太一样，嗯、就是你在白黄光吗？你在户外白天的时候，它会偏白。然后在室内的话会有点淡黄，跟白色比起来，就是它不是纯白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好，不是同一个色阶的。刚刚是有人问，要搭靴子，要搭靴子。我搭好了，我搭。他说洋装搭靴子。那你要哪一双靴子？你要，你可以吗？可以。来脱吧。裂开耳上。可以，就是等一下就脱掉。因为张真那个，我滑掉了。哎、欸，对，他的脚踝扭到，所以他不太这一次不太能穿高跟鞋。我就是穿一下露相，然后等一下就会脱掉。不会像上次都穿整个。大家赶快留言造句哦。靴子也是很 Q， 很可爱。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你搭黑色也可以，就是会直接变很帅。黑配黑更帅啦。对，黑配黑超可爱的，黑配黑很帅。哎、欸，那毛外也有黑色啊？有啊，有黑色，很可爱耶。我觉得这件毛外真的是很舒服，是可以放在脸上蹭的那一种软，真的。超级软，然后有厚度，就是摸起来是那种 QQ 的QQ 的那种毛线，有点真的叙述，软软的，对，它就是非常非常舒服。对的，好，好，下一套，下一套。然后刚刚有留言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摆在这边，这个。哦，好，好，好。大学 T，、嗯、啊，大学 T， 我就是想都交给我来。想看单肩镂空针织毛衣驼色。哦，好。好嘞。好嘞，这里。好嘞，还有啥？想看雪花混色圆扣针织外套，红的。好的。哦，会点哦，红色。空你不穿的。不会。这个红色这次。那个红我可以。对。哎呦。很可爱，好可爱，因为它属于暗红，而且我们几年前有卖类似款，卖的非常好。但是是还蛮多年前的这个，蛮多年。对，因为那个厂商也找不到了，大家就知道我们已经很老了。我说牌子，我说我们在这一行混。对对对。哎，我的裤子呢？你怎么那么多电话？去接好吗？下一个，然后我的
风衣外套，我可能要用这套搭个74的套。这次还有一个我很爱的风衣外套，就是它本次单价比较高的，但是我也是很爱它。老板还问我说这么贵你干嘛拿，它质感真的很好，它是好像有挺度的那种，我觉得真的是不输百货公司精品品牌的那种质感，那种有挺度的棉的那个风衣外套的棉质，然后它是没有做肩线的，所以穿起来没有现身形，然后版型基本上是偏小斗篷的感觉，我穿这样是不是有点不搭？有一点点，我觉得刚好。我去换一套，我来换一套哦，等我一下，好像没有很搭。来，今天你会有触感吗？没有，它有80%羊毛、哦，真的假的？所以我就觉得它非常优秀。被吸趴，80%怎么讲？开被整趴吧。你现在只呆意。你要讲什么？我在讲韩语。哦、oh, ，sorry， 我想说。我台语我自己讲就好。我想说一走突然会掉。这是张生现在是穿驼棕色、驼褐色，然后另外一个是米白色。嗯。这件张生是敏感肌没有感觉。没感觉。对，所以敏感肌朋友赶快加到购物车。可以可以。立马加。然后他是做单肩。单肩，我觉得今年是还蛮多露肩啊，然后这边那边挖空的。那我个人就觉得它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没到很多，裸肌的部分没有到很多，嗯，就是蛮刚好的，不会太夸张。对，就是穿去上班也是还可以，不会，但是太正式的场合还是不要啊，不行吗？我们正式的，教坏小朋友。然后这是米白色，米白色。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色，嗯，我觉得这个色很漂亮。对，中性，你想要搭甜美感也可以，搭中性一点的感觉搭起来。好，好嘞，好嘞。大家 IG 的朋友都有到脸书留言了吗？哎，老板要抽奖了。对，老板是要抽奖。老板你抽奖好了，让我还换个衣服。老板我再要穿，就是100套。100套。但是Connie让我没有那个可以穿插进去抽奖，因为我刚刚一直想要。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你只要你就是留到最后就对了，好不好？我可能会一口气直接补给大家，一次抽好几个。对，一次抽好几个。对，好，我现在裤子是那个叫什么裤？工装裤。工装裤，工装裤，工装裤。然后我穿的是 M 号。对，对的。然后这一件它就是比较。就是宽宽的这种感觉，率性感会比较多，所以你不要说穿工装裤要显瘦，有点难，有点难。对，所以就是它就是走率性路线，然后我觉得可以穿要扎不扎的那种，我觉得都很好看，就它盖有没有盖臀这一块都蛮好看，整个盖住这里也很有个性。这穿这个有人在折，应该没有人折，其实要折也是可以啊。嗯。哦，你还没有。好，然后有裤子有两个颜色，嗯，绿色跟张真身上的绿色很帅，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但是那个厂商是说卡其张真身上的卡其棕比较热卖。对，基本大家好像基本色都会挑这种，但我个人就喜欢这种，如果是很酷的这种裤子，我就比较挑这种。它是有点磨毛，就是它的质感不是一般的丹宁，它是有点磨毛的手感。嗯。山宅 HP 有出工装裤，今年很火。今年到处你也没有一件任何有工装的东西，你就落伍。真的，就是要帅气。我觉得那种搭风衣比应该很帅。不放弃这件外套。我好喜欢它哦，我搭它个3套。然后它的裤子有分 S M 两个尺寸，然后我觉得就版型正常，还是正常。然后它的，我觉得蛮值得推荐的是它这个口袋，它是做直立式的，这边缝线是直立式口袋，然后这边的这叫什么？口袋，工作口袋，翻盖的口袋也是做直立式的，所以它整体的线条会比较直一点。我觉得看视觉上看起来会比较直一点。对啊，而且因为它这个口袋的关系，是它这里有做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设计，不会觉得这个裤子这么无聊。就是它在扣那个口袋这一块，它有做这样子的缝线。嗯嗯，
然后它的布料是有点混，就是表面看得出来是有点那种磨毛感的。大腿肘那边会有折痕吗？这块，你照给我看。不少会吧？我觉得不可能像那个那么平整啊，这种裤子难免，因为它比较有挺度，对，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夸张的。它的皱痕是指小腹下来的自然的皱痕，还是应该是觉得它这个不顺吧？这一块不顺、嗯、是吗？是在讲这一块不顺，还是在讲这里？可是我觉得这，我看一下，我觉得应该还好哎、欸。因为这种裤子，我觉得有略微折痕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对，因为它就是酷酷路线，因为它的布料会比一般牛仔裤再更足一点，然后、嗯、所以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折痕，然后表面是有点磨毛，然后里面是没有的，就里面是一般的，然后就是有厚度的，对，算是有厚度，有厚度的丹宁，然后布料没有弹性，嗯，好，所以大家记得 EPP 选 size。对，今天两个有点宕机，他是你不太舒服，然后我就是宕机，我两个都宕机。你的人若是暂停的直直走的话，他的皱痕其实是很小的。那你若说是有点弯下要看，他的皱痕就比较粗。对对对，那你若说正常走路，你是挺胸直直正常走路的话，就还好啦。对，他是不太会。但是他坐起来之后嘛，坐着起来，我觉得他的折痕应该还好哎、欸，算正常，就正常，嗯，对，正常，就是你原本穿牛仔裤怎么样，他就差不多怎么样。嗯，对。好，下一套。好，转，好了。刚还有什么？刚还有红色的那件。那个红色的外套啊。啊，对对对对对。红色的外套。想看包包。二本真之雅。好，你不要念给我听，我看我真的记不起。你是有先穿搭试训比赛吗？我混的。看我的外套，搭这洋装是不是也很可爱？黑色搭军靴，还可以吧？是不是蛮可爱的？可以啊，可爱。这是有写我的名字吧？我觉得这件裙子，如果你要觉得它太单调，你也可以搭个腰带，也还好。那我就趁现在来介绍包包好了。包包。哎，这是这一次唯一的一款波士顿小方包。然后它是做水洗牛皮，然后是水洗的小牛皮，所以它的皮质是很细致的，然后带有一点不是完全荔枝纹，因为它是全真皮的关系，所以它会有这种不同的这种皱褶感是正常的哦。然后它是带一点梯形的形状，这样子拿给大家看，看得出来吧？它其实有点上宽下窄，上窄下宽，微微的一点梯形的形状。然后侧边是这样有三角形，那其实内容量空间我觉得还蛮多的，蛮够。如果你是折叠伞的话，以这个当折叠伞尺寸的话，它也都可以放，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平放下去都 OK。所以长夹的话，只要是差不多的饮料以内的范围，其实都是可以装。然后像酒精啊，补妆的用品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放，很实用。然后整体的大小大概是这样，拿起来会是这样。然后里面有这个内袋，里面有内袋，然后还有这个拉链袋。对，多的是你的，少的是我的。然后里面还有这拉链袋。然后如果它直接拿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大小会是这样子。然后还有附一条肩带，这个肩带。它的肩带呢是做拼接设计的，我觉得还质感还蛮好的。因为如果你是做这种细细的肩带的话，背久的话其实肩膀会有点痛。对，然后所以它是下面它有做一层伞布，然后上面再拼牛皮，然后它这个腰带不是腰带，这个背带呢它是可以调整的，是没有打洞的，所以就是随你高兴怎么用都可以，你也可以斜背。这样也比它有做这样的设计，我觉得也比较不会滑，因为如果通常很多皮的，如果你也是穿皮的，很容易就是会一起滑下来。对，它也可以斜背。
装重底会垂下去吗？哦，你的饮料借我，等我一下。它还算有分量，对。缩口裤还没什么卡其工装裤，这样子。它的底没有特，哎，它底其实有加一层，有加厚，就是有加底板，不会整个露出来。但是可以整个垂，但是多少还是会，因为它就毕竟很软。对，你可能上面再多装一些东西，它撑起来，它就不会挺垂。塞点报纸，没有关系。我以前就会为了包包的挺度放东西进去，真的，然后背出门啊？真的假的？背出门吗？它的那个包包是有加底板的，所以不会很垂。然后如果是长背带、斜背，但我穿这么厚，那还 OK 啊？还可以吗？对啊，就。这样子的，现在外套真的好看，是不是？快买起来这件，我真的好喜欢。可以换下一件的。皱皱裙穿了吗？皱皱裙是谁？皱皱裙还没，还没。一堆没穿的，一直在穿外套。我希望大家都加入购物车。哦，对，这件有触感吗？你是直接单穿？对，单穿。算没触感。算没触感。对，算没触感。太好了，我每次都觉得很紧张。没事，然后它是混色的，对，混色，给大家细看一下，它的混织是有点带彩色线条的，然后就很可爱，不会很夸张。然后咖啡色是这样，咖啡是黄蓝，对，这也是黄蓝，对。然后它是偏短版的外套，对吧？对，短版是配这个圆圆胖胖的扣。它扣子上面也是有，就是粉蓝色、黄色这样。这两个颜色都蛮好看的，很可爱，都蛮特别。然后它一样是，就是这一块比较显缩，如果你单穿的话，缩口哎，刚那件哦，对，好，就是我觉得它还蛮显缩的。你单穿的话，或者是你搭背心羊那种，我觉得也可以搭得起来，蛮好搭的。好，裤子是。烟熏黑 AB 裤，然后你是穿张真现在穿的是 M 号，然后是有弹性的布料的话5分给3.5分，就是我觉得弹性还算蛮好的。然后腰围是有内整圈松紧，然后它比较像是 AB 裤，就不到小男友裤，因为它版型整体是比较合身的，对，所以它就是上宽下窄。那我觉得它窄的很好看，不会说突然收的太 over， 就很好看。我觉得比之前，我有买一件再更宽一点，那个就真的比较男友风。这一块我觉得在这一件，我就比较在女性化一点，就是再更柔一些些。被嫌弃了，被嫌弃，没有啦，被嫌弃了。我觉得这件的话就是上班啊，然后休闲风。现在张真现在搭的比较可爱那种休闲风，搭起来也是蛮 OK。然后如果是 PP 也是顺的 ，PP 也是顺的，这件穿起来很舒服，很舒服哎，这件很好看。好。Okay， 下一套，皱皱裙，来这，还是要打什么 ？V I O Y N， 不要念名，不会念。我觉得你干脆不要念名字，可能比较好。你要抽个奖吗？现在很多东西塞车了，大家。那你先让我们缓一下，所以你先抽奖。你不要再介绍你的外套了。我没有在换，我不是在换衣服。这件那件呢？不是蓝色。这个，对呀。我们总共有70-80款。好。我现在赤脚在这边走来走去。是这款。中外官网看起来偏冷色，但直播看起来好像偏橘。光源不同，真的会有。对。因为对，还有你的手机的厂牌，还有你的型号，还有你是用电脑的跟手机都有差别，好不好？那光源也一定有差别。因为现在是有打光，然后直播官网拍照是护自然光条纹短版，是吧？右边，对。拿个色号。
外套选不出来了。外套谁选不出来 ？H 里。H 里不用选了，就是那件。如果你喜欢那个我平常穿搭的风格的话，我觉得这可以。而且我这个风格真的蛮少人会戴的。哎 ，Candy 那个。关键字是要造句哦，加一不要停，要前后要加一些数字，好不好？文字，文字，文字啊，不是数字。好好买，不要停。对不对？然后加起来不要停。刚有几个造句，我觉得蛮特别。谁？但是要张真选，好不好？ Okay. 张真挑。那我就不念了。对，然后其他的朋友，张真会挑一个他觉得造句比较特别的，然后其他的我们待会儿会抽奖，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点菜有点塞车，我们就先穿衣服。那最后的话，我可能会一次再多抽几名出来，好吧？但是你一定要线上哦，哦，爱莲刷定二，刷定二。明说他小孩要睡了，好啊，你明天再看回放没关系，影片会留。影片会留。那你赶快留一个超级特别的留言。好，豆豆裙，豆豆裙，豆豆裙好可爱哦、喔！我很喜欢这种豆豆裙的材质，而且这种就是懒人专用，随便甩、随便晒、随便薅。这件比刚刚那个第一件的那个植绒点点的那个绒裙的话，这件的话好像因为有孕妈咪，应该是孕妈咪问我吧，这件的话会更推孕妈咪。哦，弹性感。对，它弹性更好。嗯，它就是弹性好到爆炸。对。然后所以这件也是 S 到 L 甚至 XL 号的身形穿都是没有问题。然后有两个色，灰色跟米白色，哦、这个灰也很美，哦、对不对？灰色很漂亮。上爱，我觉得人有到韩国挑起来就是真的不一样，整个人紫色超美的，它不是紫色，好像不是紫色，它是灰色，灰色，嗯，我有色盲，对不对？对，然后它是雪纺纱料材质，雪纺纱。158可以穿吗？会不会太长？158可以耶，我你穿高腰一点，对。我现在穿肚脐上两根手指头，可能再往上移一点。对，因为张真162，嗯，所以4公分应该不会有差太大。对，4公分不会有差太大。然后它是做蛋糕裙的版型，就是一层、两层，总共是两层。然后皱皱纱，所以其实你不用整理它，也不用烫它。对。哦，你再多转一下，因为我刚把你挡住了。但很可爱，是不是？超美的。你可以搭大学梯也可以。对，仙女的感觉。这件随便搭都。就是你穿衬衫然后打个折也可以，然后它是腰围整圈松紧，然后里面有内里、嗯、内里的话长度好像是到了膝盖吧，嗯，对，大概到膝盖，然后下面会有一点微微的透肤感、嗯、微微的，然后它裙摆真的很漂亮，就是非常摇曳，比刚刚那个再更飘逸。然后它真的这款布料真的是用料蛮多的，因为很三层，然后加上它够宽，所以我觉得是它的质感跟那个裙摆的那种动，那叫什么？动，就是它的摇曳感是很，就是跟一般的飘动的感觉不太一样。一般的雪纺，而且我觉得这件就是因为它是皱皱的关系，所以你如果真的很怕小腹的人，这件会稍微跟刚刚那件比，会稍微没那么明显一点点。对，嗯、但是你不能说它是很显瘦的那种，因为它就是这里有空度。嗯，对。好 ，Connie 身上这套。我身上这套已经看到我了吗？对，已经看到你。然后接下来是张真上半身的衣服，上半身是什么？五分袖，轻肤五分袖半领针织 T， 很舒服。其实我们上个月有一款很类似的，对，然后它的领子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嗯，上个月那一件的领子是比较挺，然后穿起来会再更厚一点。对，然后这款呢，它的领子比较软一点，所以是垂垂的，对，有一点点垂垂的。嗯、那反正总是上个月那一款已经没有贩售了，那这个月我们挑的这款，它颜色又更多。嗯，很美耶，它颜色很多。张真现在身上是咖啡色，然后还有这个灰色，我自己觉得灰色也很特别。嗯，这个灰特别，然后还有这个肤性色，然后黑色跟白色，白色，对。然后它的材质是非常非常 Q 弹，然后很柔软，非常非常的。我好冷，你好冷，对啊，我好冷，你还好吗？我还好，还好，还好。那为什么我好热？你感觉比较激动。好，你 OK 哦，可以，好，来，欸，很多人在敲完卡其工装，欸，卡其工装是绿色那个收口，哦，我穿了卡其裤，对对，等一下他就换先生，好，那我们好，我转个圈圈哈 ，OK， 那个新华要看绿色，绿色，我穿卡其。
没关系，那你就先穿这个颜色啊，等一下有搭到再穿绿色。好，然后接下来是我身上的缩口工装裤，我们搭的跟官网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上半身，先介绍上半身哈，上半身是那个什么，总之就是夹心条纹的针织衫，然后还有两个色，灰咖啡色配黑色，然后我身上是灰色配灰色，对吧？灰绿色配灰色，哎呦，差点蛮便宜的啊，住，灰色配灰色，它整体是比较偏短版的，就是盖在肚脐上。肚脐上缘，然后它的领口是比较偏宽的，这样子，就是没有很包领子。然后我上面是搭那个缩口的工装裤，然后它是卡其布料，然后这边是有做双压折设，压折开折啊，叫开折设计。然后面是这样，然后它的裤脚是有做松紧带，所以我觉得它搭那个军靴还蛮适合的，啊，军靴。就是刚好会缩起来，然后卡在这边，然后裤子是有这种立体的质感，立体的那种挺度，然后后腰松紧，然后屁股它其实我穿都还有空间，所以耳号撑起穿也是没问题。这样，板鞋吗？那我换个球鞋。我去拿个球鞋。那你要顺便换绿色。板鞋，小白鞋，好可爱。这小白鞋很可爱啊。对，小白鞋，然后绿色。懒人小白鞋。大家就不用再分立裁。绿色这样子，这样子好吧？对，绿色也蛮搭的。绿色，绿色好可爱。它绿色是有点抹茶绿的感觉。它绿，我现在荧幕看起来跟手机差不多，就是也不是本人看起来跟荧幕上差不多。然后是这样卡其棉质，它搭球鞋是没问题的。球鞋，然后介绍一下这个懒人球鞋，它是真皮小羊皮的材质，然后后面是做这样子镂空的设计，所以你可以直接穿，就是非常非常懒人。那我觉得更懒人的就是。它的鞋带是松紧的，然后是直接穿绳，就是已经穿好固定，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再绑鞋带。哎，这么特别。对，它这个地方它做了用牛皮做了一个尾巴，所以是不会掉的，所以你就完全不用再绑鞋带，你就是任何事情都不用做，就是把它套下去就好。就是懒人鞋啦。就是把。真的是名副其实。就是把它套下去就好，然后回家就这样脱掉，然后就直接穿就可以，就是超级方便。超级方便，然后它的鞋底又有厚度，所以我觉得是有小心机啊，就增高一些些这样子，蛮推的。羊皮，整双是羊皮材质。好，哼，好，今天是刚好许愿的那个什么？对 ，V I O 许愿的那个。我在问商品名字啊。我在问商品名字。我这边有啊，水波压纹纱料内搭衫，白色搭光泽滑布抽绳细肩带羊装黑色。就这件我原本以为就是搭了就还好，没想到蛮多人点菜。你这样搭蛮好看的，你会搭哦，你会配哦。那我先提醒大家，就是这一件腋下的尺寸比较小，就这个地方，所以话会比较建议到小 M 以内的身形，L号身形就不要买这件。好可爱。我许愿的，没错，就是你。可以教我你的名字怎么念吗？然后它有三个色，白色跟肤性色，然后跟黑色三个色。然后最特别的是，你一定没有发现什么？它可以变透。大拇指。哦，真的没有发现。对。那个大拇指。它在这个地方有开一个小洞，所以是可以变袖套的感觉。好酷。所以如果你外面是搭。羊毛不是，就是针织外套或是毛衣，然后这只是内搭要做层次搭配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袖套套。这样很适合搭戒指，就是你去一些场合的时候，然后你不想戴手套，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很好看。好，然后接下来是洋装，然后洋装的话，它的面料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光泽度。
然后它是抽的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双边抽。它两边都可以。双边抽。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多紧。它的布料是聚酯纤维，是有点是滑布，但它上面有上一层特殊的浆。对，是有点滑滑的手感，但它布料是它的光泽，我觉得有点像皮质。嗯。但是它又不是皮质，就是布。对，不是皮优。对，它就是布这样子。绿色的光泽感会。因为我觉得黑色也很高，我觉得很高级感，它很高级感。大家看照片，我们拍的蛮清楚。嗯，然后两侧，因为刚刚是两侧都有这样子的抽绳设计。内搭要怎么挑？我觉得你说这件洋装的内搭嘛，我觉得只要，我觉得不要太宽松，对，要有点合身合一点，因为它这里已经是宽的，虽然它有做抽绳，但是你还是要看起来里面比较 fit， 所以就是稍微合身一点点，然后这也不要太宽，不然你会觉得这里看起来很垮。洋装领口高度可以单穿，嗯，我觉得可以，就是很火辣的那种。我是挤不出来啦，我是挤不出来。它侧边，我觉得你如果你是穿那个平口内衣的话，应该是 OK， 是可以的，嗯，还 OK， 好，应该没问题了。好嘞，下一套，这个吗？对，还有人，啊、这个跟这个外套，这个穿过了，我就穿过了。那就是这个晨会吧，晨会。它的抓起来，我另外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抓皱以后，它其实腰线是有点这样子倒肚的，对，所以看起来腰会更细一点。对，整个会再拿小心机，小心机，没错，懂得做衣服，也要练小心机的。我说的是白色上衣的内搭怎么挑？白色上衣的内搭哦，平口内衣吧，就是你的内衣要怎么？你要直接单穿的时候吗？我现在穿小可爱、欸，要看吗？我穿小可爱啊，就很明显。然后是这个有线的，然后我后面因为刚好是交叉，看得出来吗？这件好像蛮好穿的。对，我等一下再问你在哪买。对，就是这件还蛮好穿的。然后它是也是有点平口，你可以稍微把它拉下来，因为它这个松紧还蛮好。对，你可以自己选平口。如果你平口的话，你就变成是你穿衣服的时候这样就会遮起来。嗯，我觉得好像平口内衣。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以浅色为主啦、啊。但如果你稍微比较辣的话，就穿黑色、啊、一般的内衣，就是会很辣。黑色，然后搭网袜的，也是 OK 的。Q 毛针织外套穿过了，穿过了耶。但他选男性跟紫色耶。现在搭男性吗？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上面好像还有。包包有看过咯，包包看过了。刚刚是不是有一个人发什么长版那个风衣外套问题？我刚刚衣服有给你吗？没有。有啊。我给张翰了。洋装对。好，那我要继续喽。好。好。刚是不是有人搭什么长？我的高质感风衣外套问题有吗？没有啊。没有吗？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有看到？去再澄清一下。啊，你要拍照是吗？我拍了，我看一下。这套就是你会喜欢的，对，是我的菜，就是你要参加婚礼。大家如果你的问题或是点菜99没有被回复的话，再麻烦帮我们回复一下，我再留言一次，怕被那个留言洗掉。拜托喽。对，然后那个留言造句造起来，然后我们待会会抽奖。我们先把那个大家点菜的赶快多穿一点。那今天没穿完的，明天小白场会再穿。对。哦，那不一样的身形就穿给大家看。我们这次的款式比上个月又更多。对，我真的以后不要这样整自己。是我问的吗？高单风衣外套可以搭长裙或长洋吗？是这个吗？哦，长裙是不是？我可以搭。我等一下先让我介绍完我身上这一套。针织短裙，我等一下把这个军靴上架好了。我现在今天再搭一次，觉得是它真的太好穿了。可以穿针织短军靴，什么意思？什么东西短军靴？但是应该是我脚上的什么？好，这也是我自己自留款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偏小众市场，所以由我来示范。因为这完全就是我个人那个满足私欲，好变态。这洋装就是满足我自己私欲而挑的洋装，它是什么意思呢？嗯，简约设计款散状背心洋装，我觉得它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它是很大的 A 字型。哎，会不会拍到我？没关系，我会帮你马赛克。
它是很大的 A 字型，然后是这样背心式的设计。那你秋冬的话，你可以里面再搭高领毛衣或针织衫。那我的话，我现在是直接单穿，它侧边的话会有点低，所以可能要搭一个 bra top。然后这是很 A 字，然后它的布料是有垂有，我觉得是有棒束的那种西装布料，所以很有垂坠感。然后它就是蛮小众的，是我不会穿的，是我的名字，对，就是一看到就写，哦，原来是 Corny 会留的，就是很也是就是很 Corny， 很 Corny， 很 Corny。然后侧边是有口袋，反正就是，但我觉得它这个线做的很漂亮，是不是？对，它会有自然亮垂坠感，然后裙摆漂亮，裙摆漂亮。那它就是因为它通常这种裙子就下面不太会做那么多的开叉，就是看起来会有时候你想露一点脚，看起来比较瘦的时候就是会露不出来，但它的旁边的开叉我觉得做的蛮刚好的，就你想小露就走路的时候会稍微看到，我觉得很漂亮。好，就是这样的，反正小时候看花苞袖细压纹半领衫，不要配西装裤。花苞袖哦哦好，不要配西装裤，那你配其他的。OK， 我先把它拉出来。好，他人在哪？这件是点菜的针织什么？针织赫本针织羊这件呢，就是要就是很显身型。对，有小腹的话一定会有小腹出来，但是我觉得刚才算也算是有一点点小腹，对啊，给大家看一下，有肉的，还是有肉，不能说完全没有。今天还没有拉。然后它的短度就是膝盖上，这件你会有感觉，我画面看起来很瘦，这件没有感觉，对，这件没感觉，因为它心肌超重的，我就给大家看，它正常的腰在这，肚脐在这里有，对，它这个地方，它把这个腰带拼色的腰带，它不是真的腰带，它是做一件就是一体成型的设计，真的，它把腰线拉到这里，懒人福音啊，就是拉到胸部一下，所以你就直接就是好像有加腰带，它自己没有，对，而且它就整个腰这一块都很漂亮，然后就是顺下来，连我的屁股这样子看起来，我觉得不会太突。哎，对，因为它这一块还是做 A 来，就是这样还是散开，所以你的屁屁跟大腿不会太夸张。对，然后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就是腰臀比较明显的人的话，你的腰就看起来很瘦。对，对，然后它又是这种有领子的，算它这个是没扣子哦，就是它是假的扣，对，它直接套的，对，它直接套，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你，因为通常有时候针织没有搭好，有时候看起来会稍微比较休闲一点点，可是因为它有做领子，所以看起来就是我觉得你就直接单穿它就可以很正式。然后你想要搭一些制定款外套啊，或者是皮外套，我觉得都搭得起来。看风衣，想看 Corny 加腰带哦，还没脱，好险！要我再帮你，好险好险！要加腰带很怪。对，然后我这件我是没有感觉的，太好了，会刺刺。它是薄针织哦，这件不是冬天的毛衣，它是薄针织，比较薄一点点。画面里面是真的是蛮瘦。他本人看起来也是腰很细，本人也是蛮瘦，本人是蛮瘦，只有这一块可以看。这件好后羿弃兵，我下棋了。后羿弃兵是什么意思？我下棋了，就是那个西洋棋的那个啊，有一个鼻子很挺的，然后很妖精的那个眼睛的那个女生。哦，这是年轻人在看的东西。他已经很久了，完蛋了，哎呀，眼睛没跟上，没跟上。总之我还是我懂，因为他去下棋的时候也是穿类似的。啊，我知道你在说谁了。对，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他想不起来。是西洋棋吗？西洋棋，不是日本那个黑白棋。是黑白棋吗？还是象棋？反正就是棋啊，下棋， okay, okay. 反正就是下棋。好，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懒人福音。最近乱弄也不会走，他不太会走，不会皱。乱弄，因为本人就是属于那种行李箱，就是丢进去就可以了。西装、风衣、外套，那你搭这个外套是西洋棋啦，是西洋棋吗？对，我想说他怎么可能会下那个棋。你看，我真的跟不上。西洋棋，大家都说大家都知道了。我你要恶补了，要恶补了。怎么办？快点，大家推荐我有什么东西要跟上？会有什么时事新闻是我没跟上？缩口裤、挺卡其工装跟日系帅气水洗丹宁工装裤哪一件比较显瘦？你觉得呢？就是你我觉得应该是缩口吧。缩口吗？因为缩口会露出你的细脚踝，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直头。嗯，对，除非你上面是穿那种短板，那你可能就会显上半身很瘦，然后下半身就是比较率性的。但缩口那个就是会直接把你的小腿让别人觉得你有脚脖子，
对，因为我觉得有脚脖子很重要。对，有脚脖子，因为像我本人是一个没什么脚脖子，就是到晚上之后我就没有脚脖子的人，所以我觉得缩起来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朋友就是上礼拜生产，然后他要生之前我们有碰面，然后他就是水肿，怀孕水肿到后面的，他整个脚脖子没有，但他本来是一个腿很细的人，很漂亮，就是跟模特一样，就瞬间就是少了脚脖子就差很多，真的差很多。好，这个风衣外套是那个。就是我的清单高质感风衣外套，它是很挺哎、欸，就是它，你摸摸看，它是就是不是很舒服，不是一般你常摸到的，对，不是，它整个就是质感很优秀，嗯，然后是做这边也是有袖扣，不过它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调整，就是单纯一个装饰，然后它版型是有点偏伞状的，嗯，就是上宽下窄 A line 的，对，伞状，然后我等一下再把它扣起来给大家看。所以它很可爱，我觉得有点像小斗篷雨衣的那种小斗篷。很可爱，对啊，很想撑把伞哎。是不是？它就我觉得这件风衣外套也是很有日本品牌日系。对，而且我觉得是比较高单的那种日本品牌的质感。嗯。然后它领子是这样，有点带圆的领子。对。而且它自己会自己就是有挺，它不是整个这样掉下来。嗯，对。然后它侧边是有茧型的感觉，就是宽宽的，然后等茧型放下来一下，茧型就是会有这个七字的弧度、嗯，就是它的精髓，大家一定要记得。肩型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精髓。嗯，然后它后面是有做这个开叉，这边有那个扣子，然后两边是有开叉的，是里面是看不到，它就只是装饰，开叉的装饰这样。嗯，好，然后它的内里是棉质，全部都是棉质的。嗯，然后就质感很好，把它扣起来看看。好嘞，要扣一个，我先扣一点。好，刚是有人说看脚上是不行。好。是吗？我可能没看到什么针织什么菌穴是这个？对，啊，那是另外一双。哦，这个不是。针织短菌穴。针织短菌穴，那我来查。好，扣起来是长这样，就它的这一块的挺度就会再更明显，我觉得就更日系耶。扣起来之后就更日系。是不是它超级 Q 的耶？这件外套我好喜欢，而且它侧边线条会有点前短后翘。它整个就是很可爱，我觉得搭洋装也好看，好适合你。如果突然真的有就是急着要出门，然后你不知道穿什么，要先遮起来，你就可以先遮起来，去楼下拿包裹，不知道穿什么。它有两个颜色，张真身上的土棕色跟这个米白色，嗯，米白色，然后我好像比较喜欢米白色好。我觉得比较大人感，对，比较大人，温柔的大人感。然后如果你是像我，就是有时候帅，有时候就是风格比较多变形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这个色。但是我觉得这件如果你就是搭什么洋装，也是很就是整个会柔，比较没那么酷。如果你喜欢就是它算是风衣外套，可能比较酷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想要搭看起来比较温柔感的话，那件也搭得起。我来配个顺风比较明显。好，想看外套搭裤装。好嘞，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碎花系列的，其实也是哦，对，就是也是蛮好看的，嗯，还要透一点，偏掉。好，等一下裤装晚点看搭不搭起来，应该是可以穿裤装的时候就穿给你看一下。不要搭裤子，他说不要搭西装裤。对，我在那边茫然，以后还是要先搭好。那有裤那个裤裙吗？可以，裙子也可以。裤裙跟他不搭，他休闲一点，休闲一点吗？嗯，他刚说要休闲，休闲一点是不是？啊，你要改裤。那你先。裤裙不休闲。那个裤裙很辣。很辣也是休闲的一种。请问咖红口袋排扣衬衫洋穿过了吗？刚穿过了哦，大家可以晚一点再看回放。裤子 M 跟 L 我都放在外面，你看。陈慧说这几件工装裤哪一件穿起来最舒服？哇，这问题有学问很深哦。都很舒服哎，但是缩口那件是最宽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最舒服的话，还是那一件。但搭腰带是这样。搭腰带 ，OK， 那我要走咯。啊，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腰带，好了，它是牛皮材质的，好久没有卖皮带了。对，真皮的牛皮材质，然后它是做这样子，有点雾银色，就是仿旧银色的这圆环，然后它这边是有双扣环，然后整体我觉得它的细度就还蛮好，
蛮好搭的，裙装或裤装都 OK。那有三个色，黑色、焦糖色跟深咖啡色，三个色，这是最基本啊。我觉得就不挑搭配的款式。你要备个小皮带在那个自己的小包包里面，随时都可以用。小包包，包包装好多东西哦，很忙。女生包包里面不是都这样子？什么静香的，她的包包。那是什么？我怎么又没跟到了？藤原静香。对，她的包包超夸张的，还可以泡茶，里面还有放泡茶的东西。藤原静香是谁？Oh my god！ 你只知道 BTS 还知道？我不知道 BTS。哦，我最近有知道 BTS。那个谁很可爱啊？那个冲谷很可爱。我不是 BTS 的 fans， 不好意思，不能引起共鸣。但因为我都看韩综啊。哎、欸，大家是不是在等抽奖了？还没。再稍等一下哦，再稍等一下，好不好？我以为你要最后再抽。对，我们就是依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可能会最后才会抽。但是还是不一定，大家要留在线上看到最后。那大家先，我们先把新品穿一穿，因为点菜太多了。然后那个什么，我们折扣周就到11月1号而已哦，11月1号晚上12点。然后明天有小白场，一样是8点半，哦，一样是8点半。如果说你的身形的比例跟小白比较像的话，记得来。刚刚是哪位小可爱说要穿休闲一点的？那个没有搭西装裤了，搭牛仔裤。你要再搭这个给他们看好了。好啊，这样就休闲。偏晃，就是它的袖子这个是没有扣子的。还有什么？对，它是刚好，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缩的很漂亮，就是会让这里有小花苞，是小花苞吗？哦，小花苞感。对，花苞袖。对，就很好看。然后还有两个色，女性跟黑色，然后它是有做这种压褶的纹路，对，女性会透膜，所以要穿浅色的。然后黑色就看不出来，对，它就是有这个细条纹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应该随便搭都蛮好搭的，就很好搭了，就实搭款，巴黎裙是不是？巴黎压褶裙，然后看什么颜色？帮我们留下颜色。然后牛仔裤是我本月最爱。然后我现在赤脚走出去好了。本月最爱的男友裤，他是那个什么什么男友裤来着？哈哈。哎，在哪里？走了。哎，你有帮我弄到这一卷吗？没有吗？没有哎。猫爪刷色小男友丹宁裤，这件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刷色，但是是在我可以接受喜欢的范围里面，因为算是也是蛮自然的刷色。这里有猫爪刷色，然后这边还有大腿的刷白，然后它是小男友裤的版型。现在张张穿什么？M号，对，难得有穿，我穿男友裤，然后不用穿 L， 然后我就看起来就是腿很直，对，看起来很好看，因为通常我这一块都会太光。对，但它这一款 M 号这里还有一点松度，它的布料是没有弹性的，对，这款布料没有弹性，对，真的有点白盘，要不要下来？可以，好，这样子。它这款布料没有弹性，但它裤管做的比较宽，就是比较偏男友裤宽一点男友裤的感觉，所以它穿起来是就是我觉得像张真这样子大腿比较有肉的身形，我觉得也是穿起来是蛮好看，蛮修饰的，对，不会说太明显那一块很空，然后刚刚问想要看。裤装，搭裤装就更合理了。太不稀吗？对，借我抽。好，可以。既然用客人的，搭裤装就很基本合理啊，我觉得就很日本，我觉得好像很日本上班族的女性。这样 ，OK， 好，没问题哦。还有什么？我看一下，里面好像还有很多没穿的。我的纸又跑去哪？这里。我都找不到纸，因为上衣好看，就是穿那一看，蛮美的。你这行动店的感觉还蛮好用。还不错。很贵吗？我记得没有很贵，但我忘记了。这件你应该会有感觉，不过还是穿给大家看看。好。
大家留言造句造起来。因为最近那个毛料比较硬。来，刚大家还没有点菜的，点菜的话要点的还是漏掉了，赶快帮我们再留言一下。就是我们张真今天脚比较不舒服，所以会 tempo 慢一点点。那大家一样可以留言一下点菜。巴黎群有许愿的吗？嗯、有说颜色的吗？颜色没有哎、欸。那我就你就自己搭吧。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官网里面有那个 FB 授权那边，大家可以先去完成授权。好，我们下个月会有用处。好，下个月会有用处，好不好？那如果不知道的话，不会用的话，再私讯我们。好，这几天有空了啊，或者是过几天有空，大家可以先去授权一下。好，现在用不到哦，但是下个月会用得到，马上就会用得到。想看 Conny 穿 AB 丹宁裤。AB 丹宁裤我没穿吗？好。新华说张真早日康复，加一不要停。哎呦。谢谢，哎，这不错、啊。哎呦。是不是想？是不是想要张真来选你？可以可以可以，这招可以。超多款都想加一不要停，好不好？你要真的，要真的加一。好嘞。好，这件裙子是有点菜的，然后张震一定会有感觉，有刺刺，但是因为它蛮，它还是有 A， 有 A， 所以还，而且它没有碰到很多，它有那，我的纸又跑去哪？有感觉，坐下来可能就会很有感觉。对，这款是有点菜的不对称。斜片毛料 A 字裙，然后这款我觉得建议就穿到小 L 号以内，就臀38以内会最适合，就是再多就不好看了，就是臀38以内再购买这样子。然后是有含羊毛的材质，然后有小千鸟格，然后黑色跟灰色。张真现在身上是黑色，然后这个是灰色。哼，我分不出来，我想是不是它超近，颜色很近哦？对啊，你身上两件要摆在一起才看得出。这件不是灰色吗？对，你要多近？对，我想说，欸、是我看错吗？不是，张真身上是灰色，灰色，然后这个是黑色，对，他一脸懵了。好，然后等一下再转给大家看，他就是做不对称设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是一片裙，就是不会假装的，对，不会曝光，所以就还蛮贴心的。对对对，没有感受。然后衬衫是海军领。海军翻领豆蔻衬衫，然后有黑色跟米杏色两个颜色，它的扣子超可爱的。对，它扣子是有点像小豌豆的感觉，小豌豆雾金色的。然后我觉得它领子很漂亮，因为它领子是做海军翻领，但它这边比较小片，然后后面才会变比较大片。对，OK， 它是这样子，所以就还蛮，我觉得就有气质。然后你是上班族的话，戴西装裤或是裙装，像张真现在这样裙装都蛮适合。牛仔裤、西装裤啊，都可以。背心翻得出来吗？背心可以翻得出来。嗯。最后是你是搭背心洋装，就细肩带背心洋装也可以。嗯。也可以，也这个领子也是翻得出来。太阳也很好看。对。那、嗯、这绿色也很好看。绿色空蓝的。对。这个绿色真的很好看。对啊。好。好嘞。OK， 好咯，你帮我拿一下那件深蓝色大衣。好，一个，好，那你帮我拿出来。哎，大家有没有点菜没穿到的？等一下，我再看。哦，
我们先看一下私讯点菜有没有漏掉的。那现场点菜的看有没有漏掉的，大家再提醒我们一下好不好？然后试穿连结在 FB 脸书贴文或者是 IG 的限动都有放连结，对，那个 Telegram 也有放连结，大家都要到如果你住北部的，我们会建议你就是直接来，有空的话就是来预约试穿，因为有些人他习惯试穿后再下单，那如果住比较远的，那就有问题就询问我们，我们就回答你，或是看我们的直播，然后看我们的穿搭的照片，然后再私讯询问我们都可以。开红口袋排扣衬衫羊有穿，有穿啊，穿过了，要看回放，我再看回放，大概前面几套就出现了哦。对，哇，我这个我要给张哥，我要给阿珍穿。比较一下，我跟前面那个那件是什么？猫爪？不是不是，这个上衣的那个。上衣哦，那个就是刚一开始大家在比较。QQ 的毛，对 ，QQ 毛。就这个扣子比较近一点点，所以它就再更服帖一点。你说这个吧。对啊，紫色，刚是有人说想看。哎，搭紫色也好看。嗯，我觉得这个紫很漂亮哎。这个紫其实，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要搭个性感搭起来，它蛮好搭的。这两件的差别就是这个比较宽，然后这个稍微比较密一点点，然后这个是比较直条的，所以刚刚穿起来这件很温柔，这件就比较稍微率性一些些。然后它还有粉色，粉色跟米白色，袖子比较长，这个粉色也蛮亮的，白色，白色几白色，粉色也很好看，粉有一点点带紫，对，也很衬肤色，可以看张真穿蛙领设计针织衫黑色。蛙领设计是这个吗？不是啊，前面挖的。对对对。啊，到处挖。好，然后它的长度跟刚刚那件的长度差不多，就是肚脐下一点点。然后后面也是没有盖屁股的。就比较刚好，稍微件的下摆会比较合身，对，比较 QQ 毛是比较宽一点的，然后裤子是这里，裤子是那个颜色深蓝的小直筒裤，这件它是非常非常深的深蓝色，非常非常深深蓝色这样，就是真的，然后它近看才发现它是蓝色，对，它颜色很深啊，不是黑色，是深深蓝，对，深深蓝，然后配的橘色，橘色的车线。橘咖色，橘棕色的车线，上衣推什么色？看你平常的搭配。我肯定会选粉色跟蓝色。它一定是粉色、啊。对，我一定选粉色，因为我蓝色我觉得再更个性一点点。我自己平常它因为超桃粉色的，对，我会穿桃粉色，它很适合这个颜色。对，这个颜色我觉得可以个性，也可以甜美。嗯，对，你可以穿很酷，就搭之前那个很软的那件烟熏长裤，也可以很酷。好，这件你没有触感吧？没有，很好，好，好。然后张真现在裤子是穿 M 号，对，好，那咱们先来搭配吧。好嘞，它的弹性很好哦，就是满分五分有四分，然后腰围内部整圈也是有松紧带，这边也是有松紧带，对，好，弹性很好。我觉得这件对你的身那个也蛮友善的，就你屁股看起来也是很顺。对啊，这块，因为这块的那个算蛮。比较包一点点，对，然后它但它的包不会到很紧，因为它的弹性度还蛮好的。然后这边也是松紧，
好 ，OK。陈慧慧哦，她现在就穿在 Connie 的屁股上。啊，哇，裤子是不是？我要出来了，我要出来了。帮我穿这个，等一下，上衣。哦，我刚脱下来的裙子，这个。老点呢？老点是什么？专业用词是指定你的意思吗？没错。你们公司也是用这个专业术语？是他们发。不一样，应该比较好讲，因为听起来会比较 low。 那你们都讲什么？就指定了，哎，你指定看到了。哎呦，这个是水洗短版的 T， 然后这件它的挺度是蛮够的，就它的厚度是比较偏有厚挺度的感觉，跟夏天的薄料比起来，这件的厚度是比较有一些些，手感摸起来是有一些些，但不会到太厚。然后它是水洗棉质，所以它是比较有挺度。看我的袖子就知道它其实是有挺度。格子裤好可爱吗？然后长度的话，它是落在我的肚脐下，肚脐在这边，再后退一点，肚脐在这边，然后是大概在会盖到肚脐，盖一点小腹，然后不会到太短，然后伸手的话会。围肉一点小肚子的长度，看，它连在前面，它连在前面，然后下摆的话也是有宽度的，反正就是蛮实穿的短 T 啦。然后格子裤的话是这个，格子裤帮我拿，我自己拿。格子裤它是黑色跟配杏色的格纹。然后它是有点摸起来像磨毛的法兰绒的那种棉质，但是它里面是平织纹的，里面是平织。哎，我头发好像越弄越乱。没关系啊，有发型设计师在。里面是平织纹的，所以是不会有刺刺感觉。然后是直筒的，直筒，然后两边的口袋。那它裤头是整圈松紧，然后这件可以穿到小 L 号，小 L 会适合。这两裤不管是顺，嗯，有你的 style， yeah， 我都挑适合我的穿，然后接下来是那个巴黎裙，这件裙子我觉得很可爱，是不是蛮特别的？对啊，它的布料你会以为它是棉质的，但它其实是 polyester 或滑布的，嗯，它摸起来很像卡其布料在上浆的那种感觉，然后摸起来就有点滑滑的，嗯。然后深蓝跟卡其色两个色，然后它的那也很好看，对，它这边是有做三个压折，对，它裙子穿起来是会有蓬度的，不管什么身形穿都会是蓬蓬的感觉。然后最特别的是它前面是整条拉链，对，它前面是一整条拉链，所以你穿脱的时候就是很方便，没有臀围限制，对。然后后腰松紧，然后这款是可以穿到 L 号身形都是没问题，然后两边是有口袋的。我觉得就是比较甜美可爱的感觉，嗯，如果你是搭靴子中筒靴的话也会蛮可爱的，官网还有配长靴的搭配，可以我觉得搭长靴也很可爱，对，我觉得搭长靴很可爱，冬天然后长靴，然后外面再加长版大衣，对啊，画面很有画面，我觉得最近如果你很搭那件风衣外套应该也是很合适，我的风衣外套吗？来，裙子好可爱，格子裤，对不起，眼睛瞎了。整个会很可爱，这色系都很可爱。欸，其实风衣外套不太会皱，因为我刚刚已经塞在那边被衣服压住。它很挺啊。对，它不太会皱。好，也很可爱。好，上衣是原菜的方领蕾丝，真的很方，超方。方领蕾丝压纹缩袖衫，然后它有两个色，白色跟黑色，米白色跟黑色，米白人哦，这个。然后它是做这样子细致的蕾丝花边，然后它的领口是真的蛮方的，对，所以内衣的话稍微要往侧边，对，侧边推一些些这样子，嗯，然后它的袖口是做这样子松紧的，松紧缩口，然后是棉质的材质，然后布料是有做这种立体的蕾丝织纹，我觉得就是蛮可爱风格，我觉得是小白的风格。小白风格吗？对，就搭牛仔裤会蛮好看。对，我自己觉得搭牛仔裤会蛮可爱的。嗯，
然后对脸型跟锁骨，我觉得线条都修饰的还蛮好看，宽肩穿起来也不会很垮的感觉。对，那这边刚好也是有点小小小空间的。好，好，这一套，这一套，这个。穿过了，那个搭牛仔裤，对，温柔，那个花苞袖刚刚穿过了，可以晚一点再看回放，好不好？好。那个什么，我刚刚讲什么？我忘了。还有没穿到的吗？对，还有没穿到的？大家有没有点菜，或者是你现在想要点让张真穿的？然后，或者是你刚刚点菜，我们还没穿到的，帅气拼接针织军靴。哦，对。对。我要来穿了，先让我示范穿一下，我再介绍。啊，蛙领设计再穿的吧。啊，对哦，对不起。你刚不是有拿吗？我有拿，但是我没配到。上衣呢？你放到边前面。哪里？来。这件是啥？嘘嘘，七分袖洋装，我是为了婚礼而挑的。嗯，很婚礼耶，是不是？很婚礼。应该还不会被新娘讨厌吧？不会吧？这件那么保守。它有两个色，黑色跟米白色。然后它是做雪纺，是雪纺材质，但是有立体须须质感的，毛毛的感觉。有人想要看毛毛呢？毛毛吗？等一下，好，等一下。然后它是不会飞毛的，这件是不会飞毛，这是七分袖，有感吗？没有感啊，我想说不会飞毛。七分袖版型，所以我觉得就春夏秋冬就还蛮适合的，就不太挑天气。然后呢，还有什么后拉链穿脱，然后有背心式内里，然后搭靴子。长靴、短靴，或者现在张真穆勒鞋，其实都合理。就是抬手的时候要小心，如果身高比较高的。对对对对。哦，你看他抬起来会吓一跳，要曝光了吗？我刚好测试过。好。好。好了。OK。换了。换了。好。挖空吧。对。那件很辣。那件我觉得你会喜欢。有那个要跟我讲，好，没事，等下我也直接倒下来。你一定要这样吓唬我吗？这么严重？你要这样吓唬我吗？没事啦。你要我怎么那个？吓死你！好，刚刚是有许愿的那个烟熏黑 A B 裤，这是还蛮 Q 的。我搭军靴，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也是穿 M 号。然后上半身是法兰绒的那个学院格子衬衫，然后有两个色，奶茶色跟奶茶杏跟深蓝色。这应该要搭我的背心。这黑色其实搭深蓝，好，深蓝色，深蓝我觉得会更适合。背心挖空在前面，对，挖空在后面就没有意义了，挖空在后面没有意义哦。一个背心，黑色的背心，有挖空，这样子层次感是蛮可爱的，这样应该也适合吧？一边领子没错。啊，绿色毛衣真好可爱，这样子这样也很可爱哦。然后我的那个风衣外套。嗨，我因为他看他彩油很可爱，就是很日式的那种多层次穿搭，是不是也很可爱？好可爱哦，这样子这样也很好看，裤装、裙装，这个外套其实就还蛮百搭的，对，这样穿就不会冷的了，对，好不好？蛮热的，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军靴，我把裤子折起来，大家看一下，毛孔扭掉了。
太有料也不行的、哦、真的吗？就是会太酷，我可能会不够时尚，我会害羞。天蝎这样子，它是长这样子的，然后给大家脱下来给大家看。哎呀，它是牛皮材质拼接针织的，然后它是没有拉链，然后你要直接套着穿脱。那它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它的楦头是有点像真的军靴，就钝钝的那种圆头。下雨天适合吗？下雨天我觉得可以，大雨可能不要，针织会湿。大雨哦，可能要喷个那个防泼水的那个喷雾，这针织的部分。然后一般来说的话，因为它这个很高，它很高，所以我觉得还 OK， 就是踩一个水洼之类的还可以。然后你这个地方可以喷那个，就是植物用的防泼水。可能、那个、雨太大就不要穿的啦，就直接穿雨鞋了。对，没错。还在那边喷，喷要喷一下。然后试一下毛毛吗？很适合你哎。好像因为我觉得有人说它毛毛啊，你都没有发现我。那你看它头大家戴不上去，很可爱耶。哎，很多男生都是故意戴这样子啊，一点点。这样啊。对不起，对不起。人就比好好，他也比较乔波波。一点点，这样还蛮可爱的。你戴，我们要戴。哦，啊，等一下介绍。你适合这顶啊？对啊，这顶。真的有，这次有两顶毛帽，一顶是这个编织的，都只有单色，因为我只挑我最喜欢的颜色。然后另外一顶是这样雪国的。对，老板很适合，永泽戴法。永泽戴法。永泽戴法。然后它这顶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它这边很像松饼格子。立体的编织纹，永泽这头太尖，只能戴那一顶。哎、欸，你们会知道永泽？那是你那年代的卡通吗？樱桃小丸子啊，不是吗？你们会看哦？它一直是重播重播。对啊。好，我戴口罩看起来真的很可怜。对，那我觉得很适合你，很适合这套。它这款比较没有头型限制，真的，它是中型帽。中型帽。现在大家戴口罩，这个帽子还蛮搭的，因为如果圆脸的话，就戴这样会比较显下巴线条，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你平常穿的场合。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深浅发色都还蛮适合。嗯。然后另外这个帽子很可爱，这个我头型想戴小帽，不知道，我要试一下，点点。这戴的方式也不一样。不愉快。反正你给张真可爱啊，你帮我调一下，我就要有一点点这嘘嘘。对啊，不要太那个。这样就是很可爱啊。那另外你戴起来是这样，很可爱、欸。为什么是我戴？因为我头围偏扁，嗯，对，你他有认证过的，对，头很扁，然后所以头围比较小，这样。好惨哦、喔，所以这一顶我戴起来也还 OK， 不会太松、嗯。对，这个大头和小头围，大太大的话，像老板那种大头的话，可能就是真的要永泽戴法。永泽戴法，趁机骂人。永泽戴法就是要架在头上的，真的，一点点。好，好，刚刚有人许愿的，对，这个是什么？挖空造设计针织衫，而且你应该没感觉啊，太好了，嗯。就是有感觉，我通常不让你穿的。太好了。然后米白跟黑两个色，嗯，然后黑色米白的话会有点透哦，所以内衣的话你要慎选，嗯，内衣要慎选一下，会有点微透。然后是薄料的针织衫，非常亲肤，有到非常吗？有吧，亲肤，但没有那件那个软软的那个五分那个那么轻。哦，那它那个不一样，那是不一样材质，是不同的。然后它是这样子，有点坑条的，嗯，坑条的针织，然后弹性也是很好。然后这个就是辣的话会很辣，就是有勾的，我是没有啊。我觉得还蛮自己画线，自己画线。有他妈抖，哦，真的，我打靴抖。哦、oh, ，OK， 自己画线，小心哦。然后它的话，我觉得还蛮适合年末很多 party， 嗯，就是很多聚会，你想要辣一波。我觉得这种要搭红裙也很好看，就是很辣。哦、对对 对，然后圣诞节上面再加米露耳朵之类的。格子红色的那种，嗯，就是你想要辣一波惊艳现场的话，这个我觉得不会到很不自在，但又有漏到这样。怎么可爱？我穿这件白橙豆腐，白橙豆腐水嫩嫩吗？水嫩嫩，这是什么豆腐？那个烤红米豆腐，板豆腐比较粗。然后它这个是有弹性的，那大胸的话。当然是会稍微低一些些，对，对，那你就内衣要自己选，就是可能这边要再低一点，上胸的地方要比较包一点，对，不然要贴的啦，对对。
然后我觉得它弹性很好，所以就是蛮舒服的。然后有别于一般简单的那个针织衫，它就是很有心机。嗯，你的项链刚好卡在钩那，对，我就把它藏住啊，把它藏住。这样子好 ，OK。然后下半身的裤子是那个哦，我看一下，我需要怎么名字？鞋什么？嗯，两件西装宽裤，哪件比较显瘦？哦，等一下哦，垂坠鞋折、鞋压折、西装宽裤，然后还有两个色。一个是张真身上的浅杏褐色，然后另外一个是咖啡色，喷的。它只有一个 size， 有，它也是很有 size， S M L 三个尺寸。嗯、然后真真现在是穿 M 号，嗯 ，M 号。然后它的布料是有点带织纹感的，有织纹的效果。我觉得这两个色都蛮好看的、欸，嗯，是很有质感的颜色。然后这件也是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西装裤，觉得有人有到韩国有挑到好货的感觉。因为低于1000块以下的西装裤真的很少，然后但这件我觉得版型到质料到设计，我觉得都很推荐给大家。他应该在问这一件跟之前的那一件吧？后松紧的那一件、嗯，我比较喜欢后松紧、欸、你比较喜欢后松紧？嗯，后松紧那个压褶的感觉比较明显，嗯，所以它的那个修饰度会再更好。但是这一件比较。我自己的话比较喜欢，对，它就比较宽松，就是我觉得它可休闲可正式。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看起来比较整个修饰很多的话，我觉得那件比较修饰、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件，因为我可能会搭小白鞋，嗯，所以这个版型比较是我。所以看你，我觉得颜色吧，颜色你也可以选一下，对，因为颜色有落差。然后它的压褶的话是单折，但是它是往外斜切，嗯，然后所以视觉上我觉得看起来腰会更高一点，然后腰也会细一点，因为它是线条是有点这样往上向外的，嗯，这样子的感觉。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都很简单，所以上班的话或者是搭 T 恤比较休闲穿搭，这件也都蛮适合的。嗯，然后尺寸也有出到 L 号、S 到 L 号三个尺寸，友善尺寸，很友善。对，好，好，我还有没穿到吗？睡衣哦，睡衣在哪？睡衣在这，睡衣在那边。我们演一片。先看那个，你最后要挑那个推荐。好，我看一下我还有什么没穿到。对，先穿别的。发式削肩蓬蓬洋装。穿错了，发式削肩。削肩，背心吧，发式背心蓬蓬裙洋装。有口袋那个。对对对对。选票分好一，嗯。学习听版原子版提巴洛克方领配色，哎，有一件，他们有一件没穿到。来，大家还没造句的，赶快完成哦！我们待会即将要抽奖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清单的时候，张真选清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抽奖。请问美英铺棉的两件大学 T 可以拿起来比较一下吗？哪一件大学 T？ 两件就只有这两款了，还有哪一件？有图案的吗？我们有三件，我们有四件大学 T。美英是什么？铺棉。每日瑜伽跟英文字是不是？对。好简短。大家就要用那个图钉嘛。哎，每日大学 T， 英文大学 T。帮我找一下，这是每日瑜伽大学 T， 这件很可爱。我看到的时候马上就也是，因为我最近呢就是有在跟张真一起上瑜伽课，所以我觉得对上面的这些那个姿势，瑜伽姿势感觉很有感。然后我觉得它是很可爱的那个卡通图案，但是我有点看不出来它是狗还是熊，应该是狗吧，应该是小狗狗吧，应该是小狗。我觉得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好啦，总之就是这样。然后它是做这样子棒球外套式的版型，就是没有肩线，没有肩线，然后所以没有挑身型。然后它这款是有刷毛的，它手感是那种 QQ 的棉质 ，QQ 的棉质，然后里面刷毛。然后另外一款是这个，它是 oversize 很长，这件是比较偏像穿男朋友大学 T 的版型。因为它是偏长版，然后里面是没有刷毛，
然后厚度的话，这件会比较薄，是所有大学体面最薄的。然后你是说一件长？宝蓝现在在衣换更衣室的深处，有点挖不出来。我给你用这个蓝配好不好？因为它我现在挖不出来，它现在在衣服的深处，它比起来会是这样，一长一短，长度会差蛮多的哦。然后袖长的话，这件袖长比较短一点，给你参考一下版型。他们是完全不一样感觉的，这件是真的很像穿男朋友的衣服，然后这件是比较偏女孩感、可爱的大学生。然后两件都没有刷毛，那这件的厚度会薄一些些，这件，这是差不多，好像差一点点，它薄一点点。嗯，对，这件英文字的是薄一点点的，然后再稍微厚一些些，但还是不是很厚的那种，就差不多。对，好，是这样。好，接下来是张真最后的点菜，应该剩这件没穿到。这件跟睡衣。对，这件跟睡衣。这个是配色滚领横条外套，然后这件我觉得也是蛮推荐上班族，我觉得它是可休闲可上班的，对，所以就是还蛮实穿。它是棉质的材质，它是棉质滚织中压褶 A 毛料 A 字裙，没有穿到，没有穿到。好，等一下我穿。然后它里面是没有刷毛的，它是棉质的。这样然后有弹性，然后它在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是滚了一圈有挺度的棉的衬，它这是什么，有点像衬衫的材质，然后很有挺度。嗯，然后扣子的话是配雾金色，雾金色的这样雕花的扣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日，你就看它这个是有挺度，它不会这样垂下来。我觉得看起来是有日系品牌的感觉，小姐姐风，真的小姐姐风。然后长度的话，我觉得直接单穿也很刚好的长度。那因为它扣子也是间隙稍微大一点，所以如果你是上了比较丰满的话，可能就稍微要搭个背心在里面。然后它下摆的话也是不是很贴身的，对，像刚刚那个稍微宽一点点。这我先说的话，这一件是就会比较合身，对。然后这一件的下摆就是有松度，有松度的。OK， 这是也蛮好看的。好，好，现在是扣子。裤子的裤脚很有特色。对，你穿 M 套对不对？我很少。对，刚刚穿 M 套。好，这件裤子是我觉得是它的名字是欧尼率性直筒宽裤，因为我觉得它穿起来是比较像是有点成熟感的牛仔裤。它是直筒的，然后穿站起来的时候会带一点微微的靴型，因为毕竟你大腿撑起来，膝盖的话会有那个感，靴型裤的感觉。然后它最特别的是裤脚的设计，裤脚有做这种拆缝线的。蓝染的设计，蓝染，对，缺点就是如果你是小个子想要改裤管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对，所以你可能要参考一下裤长。那张真身高是162，162，现在穿平底鞋，大概离地大概1.5，两公分左右，大概两公分，没有拖地，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张真是穿 M 号，对 ，M 号是舒服的，对，还是舒服 ，OK， 好，好。针织什么裙？中压褶毛料 A 字裙，咖啡色。这个咖啡色，这个。陈慧说：“英伦大学 T 搭 oversize 衬衫外套搭吗？”英文大学 T。对。可以啊，我来搭。我喜欢那些绿色毛衣，搭不起来。绿色毛衣。有洞洞那个。它可不会太花吗？会吗？你可以，你帮他穿穿看啊。哦，有点花。对啊，好像太多毛了，对，太多毛了。大学期，大学期人呢？这里啊。给我。好，我们最后喽，最后喽，各位朋友。英文，它是做英文字的吗？对，英伦字。英伦到底是什么？就是哎，就只有那一款英文。它有英文字啊。它要搭 oversize 外套。衬衫外。你说我的最爱吗？太棒了！又有人点到它了，我都可以穿它了。
宽的大雪皮都是没问题，它就是可以容纳很多衣服，就这样，完全可以顺便看黑色，黑色外套吗？嗯。推荐大家祖宗黑色，要记得折袖子，比例比较好，像我手比较短，稍微折袖子，因为折袖子会 更有那个，而且袖子会看起来更有更精神一点。嗯，老公或男朋友的衬衫拿来穿就有了，但土中是完全不一样质感的东西。真的，那个土中超好看。对，好，然后毛衣有感觉吗？没有，没有。你看我这次很认真，很认真挑。在韩国真的是摸到很认真，伸进去在那边摸，然后欧尼在那看呀，你要摸多久？对，想说有这么刺吗？这个是单侧开叉，着色针织毛衣，应该是吧。总之就是这样。然后它是着色感觉的，毛衣，它有两个色，一个是灰色，然后另外一个是驼棕色，就它两个色都是偏着偏暗，灰色调，灰色调的针织。然后它在这个地方有做洞，小洞洞的拼接。洞洞在哪里？在这里。这里哦， oh, oh. 这里，那反正就是一个小地方了，再跟大家讲一下而已。然后另外就是它是做单侧开叉，就只有一边是有开叉，一边开叉，所以你不扎的话，就看起来就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长度扎起来也是 OK， 嗯，就是下面不侧边不会露你的肚子，然后你要直接放出来穿也是好看的，嗯，对。然后裙子的话是刚刚有点菜的，全名混织 A 字中压折。混织毛料 A 字裙咖啡色，这件毛料挑的率性风格衣服都好好看，是不是？耶、yeah ，这是我自己的菜，真的都是空你的衣服，他敢全部都塞进衣柜。对，没关系，我新家还有很多空间。这件毛料你会有触感吗？没有，嗯，因为这件没有含动物毛料，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又想要尝试这种毛呢感的话，我就还蛮推荐这件。嗯，然后张真身上是咖啡色，然后另外一个是黑色，黑色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在中间这个地方有做压折，嗯，然后小 A 字的感觉，然后这件也是穿到小 L 号，臀三十，我觉得37.5-38是。以内最极限，嗯，就是不要再多了，再多的话这个线条就不好看，就容易旁边会凸凸的。好，好，然后后腰是松紧，后腰松紧，然后侧拉链，穿脱 ，OK， 应该没问题了吧？上衣比另外一只，哎，刚刚有比了？没有，就是更中，更驼一点，更驼。这件颜色也是蛮好看的，对，很驼。你比较喜欢什么？我好像比较喜欢驼色，驼色，嗯，驼色，老夫人比一下，质感更高一点。对，我觉得这个驼色好像比质感看起来比灰色好一些。嗯，驼色看起来很高级。嗯，好，好，我们要穿睡衣了吧？对。好了，大家还没有点赞没穿到的，我们让张真去穿睡衣，啊、然后挑，可以穿另外一个，挑那种，挑他的前五，前五吗？不知道，他可能会超过，也有可能。挑他的清单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进行抽奖活动，来，上厕所还没回来的赶快回来，好不好？吃饭的还没回来，赶快回来哦。我们准备进入抽奖。吃饭这么晚吃？哎、欸、，iPad。iPad 在下面吧。
感谢大家陪我们那个，我们明天晚上还有8:30还有一场小白场哦。对 ，S 号身形的女生可以追踪追这一场。对，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你折扣周到11月1号11111，我看一下。哎，我要去看一下。哎，等我们这次折扣周完，应该会开一个小直播，再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我们的新的计划。然后，如果说你是新朋友的话呢，把握这次的2件免运，因为我们之后会把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优惠都是直接在商品的售价上直接优惠给大家，所以我们要回到之前的3件免运。那老会员老朋友其实就不用担心，因为你每次都3件以上，所以都没差哦。主要是新会员的朋友，外挂那边吧。外挂抽什么东西？哦，我没按。接下来是睡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自留款睡衣，就是我好像疫情有卖过一款吗？总之睡衣很久没有卖了。然后这是我在看过，看到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睡衣是，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有在看其他卖家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韩国其实很多睡衣是很多荷叶边，很多抓皱，就是比较偏甜美可爱的。那我想要我喜欢这款，它是比较偏文青感。感觉就很像 Instagram 会看到韩国你穿在家里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很有点呆呆可爱感觉的这种睡衣。那它其实是小碎花底，然后它在袖口这个地方它是有做这种缎带滚边的，领子也是，它都是有做缎带滚边，然后裤子也是，它是上下一整套没有拆手哦，它是这样子，然后就是长袖配短裤的搭配。然后它的材料是全棉的，然后是双层纱，就是小 baby 纱布衣的那种质感。它在它里面是棉纱，然后外面也是纱，也是棉纱，所以非常舒服，很透气。那它当睡衣是很舒服的材质，就是其实睡觉的时候你多少都会有一点流汗，被子比较厚啊或什么的。像这种的话就是很透气的睡衣。然后有两个颜色，咖啡色跟水蓝色。然后他们的颜色差别是从小碎花到滚边都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感觉，怎么那么可爱？很多睡衣吗？好难选哦。我要帮你挂什么？我先帮你挂，来，你最后再挂。好，这边都是吗？他怎么被那个抛出去？好像绿色毛衣，你说他吗？是变了？是不是？这件你会穿吗？这件不是我的，这件是穿起来好像会想试试看的。睡衣，啊，先介绍。来，睡衣刚，坤宇刚介绍过睡衣，对，我介绍过。对，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颜色，刚刚坤宇穿的是蓝色。然后我穿的是，这是咖啡色。我没有穿哦，哦，没有穿。我介绍的是，哦，对耶，对，你现在没有穿。好，就是它是拿出来看，这一条这个线跟刚刚的那个颜色不一样，其他就是差不多，都是小碎花。跟你一起近看好了。来，对，这个是咖啡色，深咖啡色，然后深咖啡色的小花，然后这是水蓝色的小花跟水蓝色的滚边。好，好，就是这样，就是很可爱，就有点呆萌感睡衣。很适合，就是如果有人来家里假装要穿睡衣的时候穿。很寒的睡衣。因为我本人就是不穿这种睡衣的，不穿连套式的，我喜欢穿 one piece 的。我小时候都穿连套式，后来又都穿。你都穿 one piece 睡衣？对啊。啊，我不喜欢 one piece one piece 睡觉就是会跑到上面，是你下半身会失踪，这整个没有。这件有吗？这件有吗？这件有。对，我跟你说，我有点难选，好，有一点点难选。好，张真清单，算上哈，要快。
快要抽奖了，所以大家赶快回来。现金购物金哦，直接送回来。好可怜哦，来。老板会准备好了吗？你不是先接到那个清单？对啊，都长了一个。你看我中间这个豆子，睡衣已经在购物车里面等待了吗？睡衣很可爱，我觉得真的跟其他，我觉得其他的也很好看，只是比较不是我平常的风格。那我觉得这套睡衣就是有我喜欢的那种感觉。第六名，它叫鹅黄色的，很舒服的，很像外套。对。很可爱欸，我觉得它超可爱的，然后是我衣柜里没有的衣服。它是谁啊，我看一下，熊宝宝柔软开襟外套，对，它是真的很熊宝宝，很可爱欸，然后很舒服，这感觉就很像小朋友会做成玩具那种安抚剂。对啊，非常非常 Q 软，然后小张正喜欢黄色，很可爱。好，这第六名，第六名背后是长这样的。它这个领子，它这个有做一个这个拼接的线条，这边有个线，压线，车缝线，车缝线条的感觉有没有？然后开心，还蛮配的。第五名，好懊恼哦，皱皱裙，皱皱裙，这件我觉得XL 号身形穿也会好看。因为它的 布料的那个分量非常够，然后而且裙宽裙幅也很宽，然后穿起来一定要看一下回放，张真在那里转圈圈，很飘逸，很可爱，而且就是它不用整理。然后米杏色跟灰色两个颜色，会我觉得我可能会选灰色，我觉得灰色很漂亮，对，灰色很漂亮，我应该要选灰色，灰色，灰色，就灰色很美，对，灰色我们应该穿好，灰色。好，我选灰色。好。然后第四名，你会选灰？我以为你会，因为你平常比较少拿灰的。对。那它这个灰很漂亮。对啊，它的灰很漂亮。其实有点看起来也是比较高级。对，高级灰。对，高级灰。高级灰。第四名。第四名它好，巴洛克的蕾丝衫。好。因为它是我算蛮难得穿到这种蕾丝衫，然后它是不会不舒服的，也没有触感，对，没有触感。然后它这个是软料的，标签也不会不舒服哦。对，标签很 Q 弹的 ，Q 弹蕾丝。对，而且这件很便宜耶，哦，真的，700多块而已。哇，好你含回来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那颜色的部分的话，我可能还有白蓝黑，好难选哦，感觉你会选。好像都可以搭哎、欸，这个蓝你穿起来也好看，但是如果是你要好搭款的话，可能选黑白，对，黑白还是比较好搭，因为这种很常拿来当打底衫，所以我觉得是黑白是它算是我穿黑色看起来不会暗淡无光的那一种，对，就是因为我通常穿黑色看起来都就消失了，对，就消失了，但是这一件因为它的特色，就额头的光瞬间好像就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暗淡无光，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选黑色，因为还蛮难得。对，穿黑色不会，而且参加正式场合、都约会、婚礼其实都可以。没错。好，这是第四，对，六五四，这是第四名，第四名，巴洛克蕾丝衫。第三名，赫本针织羊，这件超级妖瘦，懒人福音，只要穿一件就可以了。对，这件的话。是的确是比较贴身，但是我觉得贴身就算有点小腹的话穿起来也 OK， 因为它真的很拉，把你的腰就很像用 Photoshop 把它缩起来，真的那种感觉。对啊，如果真的很担心，但如果穿背心就会把它特色挡住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穿这种很方便的洋装又怕会很露的话，是薄料的针织，很舒服，然后杏色配黑色的搭配，就是百搭不会错的那种配色。对，第三名赫本针织羊。第二名，法国背心通通洋装，这件我爱，这件真的很可爱。但是你喜欢杏色？对，我喜欢黑的，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杏色的这个很有质感，
它是有点奶油性，对，奶油带一点黄黄的奶油性色这样，对。但是如果它是黑色的话，其实会看起来有一点微光泽吗？会吗？会吗？我今天打光打太强，因为我觉得它的布料跟一般上面的棉的感觉不太一样。它的布料不是一般的棉，它是有品度的，对，所以就会看起来很有特色。是我的黑哦，我的小黑，很可爱吧？嗯，我喜欢有光吗？有光吗？好像也没有啊。是我的错觉，对，你错觉，对，它弹性很好，对，我喜欢这个颜色，就是你不好意思单穿的话，你也可以拿来当衬裙。嗯，我觉得这样，哎、欸，那件紫色的那个毛毛 QQ 外套，这样也很可爱啊，对，很大，对对，这样这样，这样也很可爱。对，就是你不要把它想成一定要单穿，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就内搭的背心当中，这个是算我的遗珠，因为我觉得这个紫很漂亮。对，我觉得我以为你会选这一件，这是我的遗珠，遗珠。对，而且它腰的弹性又很大。嗯，这个紫色真的超美的，很柔。然后我觉得这样搭也很好。嗯，哦，推推，这是第二，第二名，第一名，我有点选色障碍。第一名竟然是它，对。哦，我觉得绿色也很好看。绿色人呢？这个绿色也很好看，就不同风格。大家觉得我穿绿色比较好看是黑色？黑色我比较看起来比较专业。那你有黑色类似的？对。但是它又有光泽，那光泽又跟你其他洋葱不一样。它的布料真的蛮特别的，对，是有点滑布，但是又有点像皮质感，但它其实就是个布料这样。嗯，而且如果你够敢穿的话，你可以单穿。而且它抽绳抽起来的话，其实就是 S 到 L 号身形都可以，就是没有什么限制。嗯，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蛮特别的，平常不会看到的款式。那我跟张真的风格，就是平常私服的风格是真的差别很多。嗯，所以我们两个人清单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同。就是你挑的东西会说，哦，这你的清单。对，但是 Kony 这件外套也很好看，可是因为不是我平常的风格。对，平常要跟我一样。走这种时尚帅气的路线的话，赶快加进去。自己还加时尚两个字。因为我如果平常不是绑架，我通常都是放下来，就会比较柔一点点。然后我穿那种，就会感觉搭不太。可是我也放下来啊。就是我，但因为我是中分的放下来嘛。就是你是比较率性型的。嗯，对，我放下来就会觉得，哎、欸，而且加上我现在没有刘海，应该是我眼睛有杀气，有杀气。OK， 所以我这个选色障碍、欸，我有点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收绿的、欸，绿的比较柔。嗯，而且你会撑得起来。嗯，好，那我选绿色，但我觉得黑色也好。我帮你买个绿的。对，绿的搭在里面会不会好看？好像还可以。它们只有一棵树，对，一棵树的搭配。这个光泽度真的很好看。对，它们有一个光泽。对，好。这是我的第一名，没错。好的，好的。我要抽奖喽！要抽奖了，大家回来了吗？上厕所回来了吗？阿珍要看一下留言。哦，我要看一下。啊，你先挑。哦，对耶，对耶。你刚刚有看，你先挑一名。哇，好难。就无条件送他，是不是？对，就直接先送。你边看我边抽。对对，你先抽，好不好？然后刚刚看我们现在的留言数有两三百个，然后里面符合的有，我现在直接搜寻，有83个，哦，有83个，看不到上面。然后大家想要抽几名？IG 的朋友要到 FB 才参加才有哦。对，这是零售限定活动。然后现在是11:03，好，我们就停止留言哦，停止留言。来，我重新搜寻。我们今天直接抽 ，Kony 要抽几个？抽几名？那、哦啊、你决定就好了。我真的。张真要抽几名？播到后面已经脑雾，我已经有悬疑了。你说，你说我就送。你说有几个留言？80几个。哦，80。但是有一些是重复的。哦。对。随便。15。十。可能会太少吗？25。你先闲话把它给你了，50，你会玩？好，那不会玩。好，15、25折中20个，我们这一场直接抽20名，好不好？然后
在线上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要喊在30秒内喊在。那今天你没有抽到的话也没关系，我明天晚上8点半。那我没喊在直接弃权不补抽了吗？补抽到20名好不好，让你今天陪我们 不会白等。然后这边直接抽20名给大家看一下，抽20位来 IG 的朋友抽20位。你还好吗？好，直接抽奖了。开，然后我先我看一下哦。来，除了那个没有造句的话，通通都算哦，通通都算。然后我们第一位，我唱名一次，然后我会再截图。那你不知道有没有你的，你可以先看一下。第一位，蔡。蔡和颖，如果我念错的话先说声抱歉好不好。第二位 YACHU， 第三位黄明明，第四位吴昕，这边看不到，吴昕华。你有截图吗？你会截图吗？第五位李旭琪，王詹琪，莉莉雾，刘佑宁，伊群炫，我念错的话拍谁哦。然后波拉痛明秋夫妇，唐若欣，林家楼 ，Vicky Young， MILLET Fan， 萧友纯，还有一圈圈 ，Clover 圈，汪一圈，以上，好，太长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我先给大家看。不要拆我的灯。好喽，很多人都喊在喽，我看到喽。我帮你写起来。来。笔呢？笔呢？这里。看一下。这里。有赞，是在啊，不是赞。好，算你过，好吧，算你过。啊，有现身就好。对，有出现就好。购物金是限这次新品折扣都使用。对，然后我们这次送50元购物金要限11月1号的晚上12点前使用完毕。对，没错，要下单要送出订单付款才可以使用。如果超过时间的话，我们就失效了。就失效了。这边有啊，你可以截图。我去哪里？这边。但你要知道谁没？没有，我现在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有。应该都有喊到，我看到1、2、3、4、5、6、7、8、9、10、11、12、13、14，好，14个。来，再补抽6个。没有抽到的就没有了。对，最后10秒。十。Club 券没有，万一券没有来哦。8、7、6、Vicky Young 好像也没看到。5、4、3、2、1。好，来，大家不要走开哦。总共现在是16个吗？对，现在14个。14个。Vicky 来了。Vicky 来了。那剩5个名。好，还有5个哦。Vicky Young 来了。OK， Vicky OK， 拼路券，拼路券我会喊到吗？看一下，没有，拼路券没有中奖，拼路券没有中，你没有中奖了，没有中，但是还有五名哦，我们现在再补抽5个名额，拼路券你没有中奖，等一下剩下5个再抽一次。那这边要截，先截什么？我已经截完了。哦，你截完了。怎么那么可爱？竟然在，对，不管有没有抽到。好，再补抽5名。还有重复的，我看一下，第一位重复的就不算了，我会再重抽。第一位 CHUNINU， 啊，莉莉物刚抽中的，然后。第二位 HUI PIN，
明明跟波拉痛刚刚都有抽到了哦，所以这两位 CHUNINYU 跟 HUIPING CHUINU 有在有哦，然后那个来你先截图，好，再十秒，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补抽四名，再补抽四名，十，好，在，好，三名，剩三个名额，来，剩三个名额，来，耶，恭喜你们，来，我们说到做到，把它抽到，抽到，哎，你现在真的很像在家，剩三个名额哦，让你最后再留一次。Heng Huang， Heng Huang 跟 JIESHIAN， 英文不好就是这样的。还有第三位 Carrie Wu， Carrie Wu， 啊，重复一次 ，Heng Huang 跟 JIESHIAN， 还有 Carrie Wu， 有在吗？我先截图。君宣劝在，哎 ，Heng Huang 也在，好 ，Carrie Wu，Where are you？I'm looking for you。是 Carrie 吗？Carrie，I'm looking for you, Carrie Wu。哎，我们跟好好，你等一下，你喊在的话，我就可以下班了。在吗？最后十秒，还有一位。啊，再提醒大家，我们两件免运就到这个月，然后我们下个月会把所有大部分的优惠都放在那个直接在商品售价上面。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售价已经有调整过了，哦，所以大家会看到有很多东西其实。可能跟以往比起来更加优惠，然后高单的商品的话，其实它成本高，所以虽然说它数字看起来很高，其实它的毛利比我们评价的来少很多，哦，但是没办法 ，Carrie Wu 不在，最后一名哦，最后一名，最后一个名额哦，来哦，会不会是你呢？用抽的，春说他滑的好累，要不要用抽的？因为上面就看不到。你就选一个你比较演那个叫什么演员演员的有你演员的朋友林嘉柔，嘉柔刚有中吗？不知道，看一下嘉柔刚有中吗？怎么好像很熟悉的名字？因为常中啊。嘉柔哎，刚才没有，哎，有哎，刚有中吗？有啊，嘉柔好，哦，刚有中，那我们再这个有中吗？等我一下哦。好，来有中奖的朋友记得私讯 FB， 私讯粉专你的官网账号。好，私讯你的官网账号。最后一位，最后一位，赶快出来，大家要下班了。好累哦。重复了，再抽一次。重复了。刚刚是有一个比较有印象，对，但我忘记。来，如果你今天没有抽到的话，我们明天晚上还有，啊，明天晚上还有。哦，其实我们奖很好抽的。来，新的朋友。还是我在里面看。S S Y L V I E T U， 在吗 ？S Y L V I E T U。Hello， 有在吗？来倒数十五秒咯，大累了。来，如果我再抽一次，如果还是重复的话，哎，张真，你选出来了吗？他选不出来，选不出来，因为之前前面的留言他滑不到。好，对，可能要在这只手机滑才滑得到，对不对？应该也滑不到，我刚刚往上滑。不然就十九个好了啦。哎，温柔俊刚有抽中吗？温柔吗？温柔间。温柔，温柔刚好像没有。
温柔在吗？温柔俊，是吧？一直他不会，他会一直把人家名字念错。哦，哎耶耶，我在，非常好，恭喜你耶、yeah, 也恭喜我们可以下班了。还有张，哎呀，张真那一位来，我看一下，张真选不出来，那让那个 Conny 来选啊，好不好？你就这样滑过去，然后闭着眼睛指。你闭着眼睛滑过去，这样指啊，你懂我在讲什么？往上滑，好，往下。就没有了。好，就没有了。对啊。好吧，那用抽的，好不好？用抽的，因为留言太多了，滑不上。好，那张真给你按。来咯，我要按咯。幸运女神，啪嚓。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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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恭喜以上21位的朋友， yeah, 好不好？我们明天要再抽公斤、哦。如果你对，如果你今天没有抽到，不要气馁，好不好？明天小白场，明天小白场你继续来。然后我们明天会有新的造句，如果明天你造句是加一不要停的话不算，好不好？会有新的。真的。嗨，感谢大家陪我们直播。对。哦、那我们之后会有新的计划，会另外开一场小直播来跟大家说明。好，那大家明天八点半记得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哎，没有人要接。好，新品折扣之后就是到11月1号的晚上12点为止。那刚刚有中奖的朋友，购物金也是要在这个时间前之前把它用完哦。然后新品折扣周的折扣就是包含两件免运，最后的两件免运。哎，张真这边没看到。最后的两件免运。对啊。我说你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哦，没有看到我。对，OK。最后的两件免运，然后还有新品有新品折扣，然后还有什么？满额苦碰现折，这你都忘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对啊，老客户都知道，老客户打语音好不好？对。然后这次新品其实有蛮多都是比较属于我个人私服会穿的风格，就是跟疫情的时候用手机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挑起来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到韩国的时候那个兴奋的心情，我觉得那个老板可能要之后才可以体验到。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有觉得这次的新品风格有点不一样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真的。对，因为就是每天工作到半夜，其实我有年纪了，有点累，然后看不出来。对，反正大家留言说这次新品很骚的话，我都觉得很开心，就是谢谢大家了。柯林真的很会选衣服。好，明天八点半见喽，大家晚安。好，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拜拜。拜拜。IG 拜拜。